好啦，咁我隔離咧有人喎，今次係嘛？哎呀， Hi, 你叫咩名字？我係 Kimmy。係啊 ，Kimmy， 你係化名嚟㗎。化名嚟㗎。係啊，化名叫 Kimmy 係咪啊？好啦，跟住今日咧係好多人，今日非常之熱鬧嘅。我呢個社區中心好有愛㗎嘛，你知唔知道啊？所以好多人㗎。OK， 我哋有一個猛男喺度嘅，猛男先嚟介紹自己啊。大家好，我叫 Johannes。Johannes 好難讀，有冇中文名呢？姓龐嘅。龐師兄你好，龐師兄。OK， Johannes， 但其實係 J 字頭噶嘛。J 字。J O H A N N E S 係咪？荷蘭文。Johannes， OK， 老娘嘅即係祖家係真嘅，唔係日本啊。OK， OK， 另外咧就猛男 Johannes 隔離仲有兩個美女嘅，請講自己嘅名啊。我係 Yanny， 化名嚟㗎。係啊，化名做 Yanny 嘅 Yanny 啊。OK， 仲有咧？仲有琳琳。仲有琳琳。Eric 話 Kimmy 靚咗好多。多謝。哎呀，梗係。點解你會靚咗自己講啊？因為我清理得夠乾淨咯。O、okay, K， 真係唔知道我哋真係夾埋嘅 ，O K， 係啦，喂，咁樣咧就今日咧係年廿八啦，係咪？其實我係應該咧早一兩集要講呢樣嘢嘅，但我係你知道我係完全冇時間觀念噶嘛，頻率太高啦，係咪？唔係一個地球嘅生活嘅，所以咧永遠都遲到啦，同埋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O、okay, K， 今日咧原來係年廿八，咁所以咧就咧講下，哎呀，清理啊，大掃除 ，O K， 嗱，大掃除咧依度咧交代少少先啊 ，O K， 好快講完之後，我哋開始咧進入呢個所謂嘅主題。嗯 ，OK， 嗱，你哋一般嘅大掃除咧，就會係做啲咩噶？通常抌嘢啦，係咪？仲有咧，吸塵抹地啊，係煲碌柚葉沖涼啊。Exactly， 碌柚葉依樣嘢係咪？碌柚葉係咩嚟㗎？動物定係植物咧？各位，OK， 植物嚟嘅，好啦，非常之好。但係咧，碌柚葉你發覺咧，其實係廣東依邊嘅習俗嚟嘅啫，即係咧，你發覺可能北邊啊嗰啲咧，佢哋已經冇做依樣嘢㗎啦。OK， 即係係真係地方習俗嚟嘅。咁而咧，我哋講緊咧，用碌柚葉去抹咧，佢就係有地元素啦，同埋水元素係咪？因為有水啊嘛，煲咗佢。OK， 咁植物嘅。係啦，綠碧西吊嘴係啊，大家都留意到係咪啊？係啊，特登㗎，係啦，放翻出嚟，係啦，唔擺喺裡面啊。嗱，我都俾大家睇下，依個就碧西啦，都係碧西啊，西瓜碧西，係啊，西瓜碧西。好，我哋繼續講翻啦。咁咧嗱，植物咧就係地元素啦。咁如果我哋要碌柚葉嘅話咧，咁佢就有地元素加水元素。咁但係 that's it 㗎啦喎，咁係咩嘢咧？就變咗唔齊五個元素啊嘛。咁我哋成日講緊就係話咧，我哋想齊曬五個元素，因為宇宙間有五個元素先為之個 complete cycle， 成個周期成件事完整咗。OK， 咁好啦，嗱，咁如果我哋要講緊話要清理成間屋咧，最好嘅版本。我知道今日咧，我哋已經收咗鋪啦，唔好意思。咁你聽日鏟上嚟啦，好唔好？係啦，總之過年之前，禮拜五之前咧，都仲可以做依樣嘢嘅，就係間屋咧嘅地水火風空五個元素都齊曬，做一個最終極嘅淨化。OK， 因為你無論話，喂，我今年我唔覺得個疫情影響到我啊，我覺得我都好順利啊，我所有嘢都好好，都好啦。間屋始終咧經歷咗一年咧，累積咗好多嘅。即係能量上面嘅污穢啊！我哋都要清理翻佢。OK， 咁唔係用碌柚葉，咁我哋會用啲咩咧？用依個七輪鼠尾草啦。嗱，大家見到佢咧有七隻色嘅，係咪 ？OK， 係啦。咁依個七隻色嘅鼠尾草咧，我哋咧就會咧燒咗佢之後咧，喺個大門開始，你當喺間屋裡面啦，你唔係喺個走廊度幫你個大廈清佢嘅走廊噶嘛？你喺間屋裡面望住個大門，逆時針咧 ，OK， 去分間屋。記住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是、你哋可以問問題嘅 ，by the way 嚇 ，OK， 係啦，就係咧，你係需要每一個櫃桶、每一個櫃都要打開，甚至咧，我哋講啦，話連廁所後邊嗰啲污糟嗰啲位，即係個渠啊，嗰啲位咧 ，OK， 好隱蔽嘅位，你都要 make sure 咧，佢嗰個煙咧係可以分到嘅。咁鼠尾草咧，佢嗱，你見佢唔係街市嗰啲咧。鼠尾草即係 sage， 佢係 white sage， 依一啲咧係喺北美洲先種到嘅、oh, ，OK， 係啦，就唔係煮餸嗰啲 sage 嚟嘅 ，OK， 咁依一啲咧，我哋成間屋咧係分嘅話咧，佢就有地元素加埋風元素，兩個元素。嗱，你見好似咧傳統宗教上邊咧，咪會插香嘅，係啦，香其實都係講緊地元素加風元素嘅。
兩樣，因為佢都係中國方面就係用香，係啦，檀木啊，係嘛，跟住可能沉香啊咁樣樣咧，佢都係將佢壓咗之後燒咧，佢都係 combine 咗兩個元素嘅，其實係啦，所以自古以來其實咧，我哋係好熟悉嘅啦，即係地元素加風元素嘅結合 ，OK 係啦，咁我哋會用呢一個咧兜曬成間屋，咁我哋而家咧懶 fans 咁樣啦，叫做啦，就有個架啦 ，OK。見到咪有個架俾佢啦，咁樣咁又點解會咁做呢？就是、因為你可能你點咗之後咧，你咪喺個大門裡面跟住逆時針嘅每一個暗角啦，每一個櫃桶啊，係啦坑渠嗰啲位置，我哋都要清嘅喎。OK， 之後咧佢可能就會自己熄嘅。如果你間屋好乾淨嘅話，但係有機會間屋咧本身真係比較 dense， 我哋叫做嗰啲能量比較沉重啦。OK， 比較污糟嘅話咧，咁咧佢就可能會繼續燒嘅。Okay. 那你又不想一直咁揸住佢，咁你就手會攰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會用呢個咧鮑魚殼啦，加埋呢個腳架咧，就會擺喺邊度咧？就係、是、擺喺你自己有兩個方法嘅，一個擺喺你覺得嗰個位置不嬲都唔知陰陰寒啊，好凍啊，覺得 energy 好 dense 嘅地方 ，OK？ 或者我唔知道，我冇 feel 噶，我冇感噶，我唔知邊度咧叫做能量特別厚、特別污糟，咁就擺喺成間屋嘅正中間，用只腳架 set 住咗佢 ，OK？ 咁地同風元素我哋解決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水元素啦，水元素咧，哎呀好 Q 重，係啦，就有依、這、一個 ，OK？ 咁你見到依個咧就係、是、大地 ，OK？嘅鹽啦 ，OK， 但係點解佢會黑色呢？因為佢係大地輪啊嘅鹽嚟嘅，咁你聞到裡面咧，係有一陣味的。我都用過嚟沖涼，係啦，舒服。OK， 係啦，依一個可以誒沖涼啦，可以咧浸浴啦，亦都可以攞嚟做清理嘅。OK， 咁你會見到咧，我撥少少出嚟俾大家睇下。OK， 唔知道你見唔見到？係啦 ，OK。大家見唔見到佢裡面咧係會有咧唔同嘅嘢喺裡面嘅，即係有啲灰啦，有啲植物啦 ，OK， 同埋好大陣味嘅其實。咁你要幾多咧冇所謂嘅，你自己揀得㗎啦 ，OK。咁我哋咧就係講緊可能哦十 gram 係$5咁樣樣咯。咁你要5 gram 定係10 gram 定係50定100，完全冇所謂，你自己揀得㗎啦 ，OK。咁我哋會點樣做呢？我哋會將依一個鹽咧溶落去熱水度，跟住用依一個水咧去拖勻成間屋啦，同埋咧攞嚟抹屋嘅 ，OK， 係啦。咁依一個咧唔係淨係俾空間，譬如你要攞嚟用水蒸淨化啦，或者要淨化個人啊，你可以浸浴，或者你可以加落啲簡易度捽個身都得嘅 ，OK， 係啦。我係咩 ？Eric， 你日日用大地輪嘅海鹽拖地啊！哎，你真係有品味嘅啫你。OK， 咁我哋講咗地風同水元素啦，係咪？好啦，跟住咧就是空元素啦。如果有清理過嘅朋友咧，都有依一套噶啦，陰差。OK， 呢一套嘅陰差咧係你冇辦法整爛佢嘅，老老實實，因為咧佢係不鏽鋼噶嘛 ，OK， 咁佢就係天使同埋水晶音叉嚟嘅。咁我哋平時會點樣揸呢？我哋就會咧依、這個手指罅度咧咁樣夾住佢嘅，見唔見到？咁樣夾實佢 ，OK， 跟住攞另外一隻咧角對角咁樣哼。嗱，我而家會細細聲，因為我唔想你尖叫同埋嚇親你哋啊，細細聲哼。係啦，咁你聽到個聲咧會係比較尖嘅。咁點解會咁尖呢？因為其實佢個頻率好高啊。係啦，個頻率咧，我哋講緊咧係天使個我哋天使嗰個叫做嗰、那個 dimension 啊，即係嗰個叫做 dimension 中文叫咩啊？三個維度。維度。係啦，天使嘅維度啦，同埋水晶王國嘅維度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會咁樣哼。咁我哋哼嘅時候咧，我喺間屋裏面，我哋點樣做呢？就係亦都係對住個大門，跟住咧一路行一路哼。OK， 咁你自己做嘅時候，你就可以咧大聲啲啦。只不過喺鏡頭面前，我唔想太大聲嚇親你哋啦。OK， 係啦。咁你話依一啲嘢咧，我係咪淨係咧做落自己間屋度咧？唔係嘅，係咪淨係做一次一年一次咁啊？好嘥咯。唔係嘅，你可以平時咧 ，whenever 咧 ，thank you。你譬如屋企人嗌咗交啊，或者大病完一場啊，或者唔係啦，冇錯，或者你覺得霉冧冧嘅時候咧，就做啦咁樣樣。啲鹽咧，隨時你攞嚟拖個即係。捽個身啦，有浴缸就浸啦，冇浴缸嘅話咧，加入簡易度捽身都可以嘅，拖地抹屋 ，OK， 鼠尾草隨時都係咧逆時針做個清理，最後剩翻咩元素？大家諗唔諗到？
得啦，火元素，火元素耶、yeah! ！OK， 好啦，火元素咧就系呢一个啦 ，OK， 就系咧蜡烛，见唔见到？系啦，大地轮嘅蜡烛。咁大地轮嘅蜡烛咧，嗱，我又拎出嚟俾你哋睇下啦。OK， 我求其掹一个出嚟啦。咁咧会 ，OK， 咁咧呢一个咧大概可以烧到咧，四个零钟，系啦，四个零钟，有机会咧，可能因为冬天啊烧得慢啲啦，可能会去到六个钟都不等噶 ，OK， 咁你可以望一望咧，其实咧嗱，我拎得有啲近，我唔知道会唔会 out focus， 上面系有水晶嘅 ，OK， 有植物嘅，有好多嘢嘅 ，OK， 系啦，咁你唔使理佢噶啦，你照烧得噶啦 ，OK， 咁另外有一个卷轴仔嘅，见唔见到？咁、那个卷轴咧，你会写啲乜嘢咧？你会打开佢喺上面需要写字嘅，你会写咧就系话咧 ，I clear。Okay, all negativity from my home. 嗱，依個係英文版啦。中文就係話咧，我將我屋企裡面所有嘅負能量清理咗，明唔明 ？Okay, 你中意白話又得，定係文言文，定係書面語冇所謂。Okay, 你中意寫法文都得㗎，係咪啊 ？Okay, 冇問題係啦。總之咧就寫咗佢之後咧，墊喺個蠟燭嘅下，打開佢啦，墊喺個蠟燭下邊。Okay, 一間屋嘅五個位置，邊五個啊？四隻角加中間，冇錯啦，四隻角加中間，好似要夾埋咁。係啦 ，OK， 因為我頭先同你哋講咗啦嘛，咁樣係啦，咁咧就係 whenever 啦，我哋講緊一年一次大掃除，我哋梗係咁樣做啦。咁而依個蠟燭咧，我哋要提嘅話咧，就係咧，我哋要俾佢燒到尾，即係唔好咧，佢燒燒下咧就撳停咗佢。係啦，我哋要俾佢一次過吸收曬所有你間屋嘅負面嘅能量，你唔再需要嘅能量，跟住之後咧。就連埋個殼，連埋啲水晶，你唔好話見到水晶，我中意，我想 keep， 唔得嘅 ，OK， 係啦，因為大地輪冇錯啦，我哋要將佢咧完整地咧抌咗佢 ，OK， 咁你話我拖完地嗰啲水點樣樣咧，倒落廁所沖咗佢，係啦，唔都飲咗佢咩 ？OK， 係啦，請講，請講。我想問問咧，嗰啲大地鹽裏邊，你話有啲植物係乜嘢？嗯，好多嘅，嗱有咧鼠尾草嘅灰啦。OK， 跟住咧有鼠尾草幾種添嘅，有一種咧就我哋叫 black sage， 係啦 ，black sage 嘅灰啦 ，OK， 跟住其他唔同嘅 sage 啦，跟住仲有一啲譬如winter green 啊、冬青啊幾樣嘢喺裡面嘅 ，OK， 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裡面加咗，即係我揈咗啦，簡單啲講 ，OK， 我加咗啲 energy 落去咧，係 connect to Mother Earth 嘅 ，connect to 大地之母嘅，就幫你帶走唔要嘅嘢，咁所以你可以。捽個身，即係譬如你身體上面有啲疼痛啊，啲唔舒服嘅位置啦，你沖涼咧，做一個 deep cleanse， 放屋企，甚至放水晶都得嘅。嗯，好，我哋而家咧就講下再有幾多人做過 free flow 咧？我啊，仲有咧？我係慢咗九拍嘅林林 ，OK， 係啦 ，OK， 我想做過嘅人咧講下，你幾時做嘅 ，Kimmy？ 上年。七月第一次 ，OK， 之後再做過嘅，之後有再做過，做到零咗清曬噶嘛？啊 ，OK，Yanny 你就幾時做噶？十一月嘅 ，OK， 林林咧？今日OK， 好啦，我想講一講林林個 case 咧，佢係本來今日應該係清第二次嘅，即係淨係做內在小孩啊、童年創傷嘅部分咧。咁但係咧，我一問佢個高我咧，佢高我就話連個即係兩個一齊做。嗯。咁佢個 free flow 咧係12個 item， 再加埋4個創傷事件。嗯。係啦，咁樣樣咯。咁啊嗱，我哋咧就由啊 Kimmy 嗰個開始講先啦，最久遠嗰個先啦，好唔好？真係好久遠。真係好久遠。我哋坐埋啲好唔好 ，Kimmy？ 我哋個頭大啲好唔好？係啦，唔緊要啦嚇，係啦，都係咁上下樣噶啦。Kimmy， 你講下你個 free flow 係咩情況？我個 free flow 講你印象深刻啲嗰啲啦，印象深刻就是講我嗰陣時濕疹咯，一開始個 free flow 就話俾我知。你拉低個口罩俾大家欣賞，你皮膚係靚到點好唔好？流快咗。係啦，係啦，但係大家睇唔出佢有濕疹噶嘛，係咪？係啊，睇唔出嘅。係啦，但係之前濕疹咧係喺頸對落啦，紅曬嘅呢度同埋手啊嗰啲咁樣。咁嗰個 free flow 一開始就係話俾我知，我係乜嘢 trigger 到我嗰個濕疹開始。係啦，我講少少啦，因為可能有啲新朋友唔知道我哋講啲咩啦嚇 ，OK。咁咧就係咩叫 free flow 咧？其實就係中文我哋而家改咗個名啦，叫連結高我療愈啊 ，OK。咁咩叫高我啦？呢度又要講少少啦，即係 higher self 啦，就係最高維度嘅我自己啊 ，OK。唔係其他人啊，唔係話我 work with 其他嘅 spirits 啊咁樣樣 ，OK。而係我 work with 我嘅高我，我高我即係我。
啊，咁所以咧佢知道曬所有嘢嘅，佢你冇得呃佢，你可以呃其他人嘅，但你呃唔到佢嘅 ，OK？ 同埋佢唔會有 hidden agenda， 即係佢唔會有一個自己心裏有一個盤算啊，你明唔明啊？想氹你落答啊，跟住又要換啲乜嘢啊，跟住你又要攞生命同佢換啊，攞陽壽同佢換，冇呢啲嘢嘅。因為佢就係你嚟嘅，咁但係佢係最高維度。嗱，我哋而家咧可以理解到嘅咧係十二維度，所以點解係十二陰階咧？嗯，同埋我哋嘅脈輪 suppose 有十二個嘅，但我冇講其餘嗰五個，因為咧對大家嚟講可能太抽象，因為唔喺我哋身體裡面，喺我哋嘅身體脊椎裡面嘅咧存在係得七個啫嘛，其餘嗰啲 out of body 嘅 ，OK？ 咁但係點解為十二咧？因為我哋個大腦能夠理解到個維度係十二嘅啫。OK， 但是咧，我哋講緊嘅而家咧，嗰、那個高我並唔喺呢十二維度裏面，係終極最高維度。嗯、所以話自古以來咧，唔同嘅文明咧，認為嘅神咧，其實就係我哋嘅高我嚟。總會有啲人咧，唔同嘅文明啊嚇 ，OK， 係好似 Johannes 好似我咁樣樣咧，深敲有辦法連結到高我 ，OK， 而會知道好多嘢 ，OK， 係、嗯、啦，而嗰啲嘢咧就係、是、會令到當事人覺得。哇！點解會咁樣嘅？咁恐怖，點解你會知道呢啲嘢嘅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與其咧走去，譬如舉例，哦，睇塔羅牌啊，我唔係話塔羅牌唔好玩，或者係去求神問卜啊，因為你要知道嗰個對象係你最信得過嘅對象，高我佢一定唔會是你，因為佢就係你，你都可以呃到所有人，但你呃唔到佢咯。咁你嘅高我話出嚟啲咩咧 ，Kimmy？ 咪就係話我轉咗 skin product 之後。就 trigger 到個濕疹，係啦，咁因為個濕疹咧一開始已經發生咗咧，即係話個免疫系統唔好咯，咁、就係 stress related 嘅，咁佢都 mention 咗就係、是、哦原來我個工作地方就係引致到係同我個濕疹係有關嘅，嗯，係啦，咁同埋佢有 mention 到我有邊一啲嘅可能維他命啊或者係邊一啲嘅嘢敏感。因為我有做過驗血，但係咧就話我對食物冇敏感嘅，佢都有提及到我係真係有 gluten 敏感，即係膚質敏感嗰啲咁樣。嗯，咁係咯，所以當初我開始心痛咯，亦都冇得脱離心痛。因為心痛一定會戒膚質㗎嘛，係啦、啊啊啊，但係咧，我點解咁深刻印象啊 ？Kimmy 嗰個 free flow 咧，因為我係金魚就係人都知㗎啦、啊，即係我記憶得七秒㗎啫嘛，你明唔明啊？咁咧我就記得咧，幫佢 check 嘅時候咧，佢出咗一個咧，就話佢咧係有佢嗰個濕疹嘅原因啊，即係佢高我突然之間去講佢身體嘅嘢咧，佢就話咧佢有同貓狗心絲蟲有關，同埋同疫苗有關，跟住我就望住佢，我就話你做咩㗎咁樣？做獸醫診所的姑娘，是的，所以跟住原來、哦、因為她是獸醫診所的姑娘，所以她日日都接觸到這些即疫苗啊，是的，心狗貓狗心絲蟲的藥物，是的，這樣樣咯，是的，所以就其實 keep 住唔係做一次 free fall 噶嘛，之後咧咁已經其實做完呢一次第一次嘅 free fall 之後咧，咁 clear 咗幾日啦，咁然後咧啲濕疹咧係退得好快，係啦，咁其實淺色咗好多，跟住之後咧咁佢 keep 住上嚟咧都會分啦，咁然後咧又會再做第二次啊咁樣啦，咁然後就係話俾我知哦，原來除咗對以上嘅敏感之外咧，對 chemical 嘅嘢咧都係好敏感。例如咧，係啦，例如就係咧上到嚟嘅時候都未做 free fall 啊，見到咧又發翻喎，跟住大家都問我係咪哦診所洗衫嗰啲嘢唔係自己洗咁樣。嗯。結果咧咁啱又做埋 free fall 啦，就出就係話我真係對 chemical 係好敏感嘅，所以其實我啲制服啊嗰啲啊都攞去洗咯，咁同埋都 clear 多次。即自己拎翻去。係啊，自己拎翻去安全啲啊嘛，唔、嗯、使撈埋曬其他啲嘢一齊洗，乾淨啲。嗯。咁然後就由嗰陣時開始，同埋用埋椰子油啊嗰啲啊，跟住再 clear 多次咧，咁其實咧大部分係好得好快。嗯。我記得我 post 過你張相㗎，係冇曬嘅，滑曬。係啊，咁我剩低個腳咯，就因為我未辭職。係。堅持。做都唔再做 free fall 啦，你快啲辭職。係啊，我同佢講咧，佢話最想再問啊嘛。係啊。因為佢見到退咗呢啲位置。剩翻個腳唔好咯。係啦。咁你覺得點解會喺只腳度啊？唔行出去啊？哦，明唔明啊？你冇 take 嗰個 step 啊？係啊，而家跟住一辭咗職之後咧，就好咗好多。而家得翻啲印咯，而家係冇曬，但係有印咯，咁都好合理嘅，因為都持續咗咁耐啊嘛。佢嗰個我想唔想開間美容院幫你清嗰啲印？
好啊。咁咯，係咯，咁其實都最後就係 at the end 遠離咗嗰個 negative 嘅地方。Free Fall 之後都有再講嘅，佢都話係要離開嗰個負能量嘅地方。咁之後話搞咗兩個月，然後就辭咗職。恭喜你啊！咁啊做第二做第二間診所咯，咁樣咁就開心好多，咁係好大嘅分別。同埋而家都冇再點樣。你而家嗰間診所都係首醫診所啊，診所咁但係嗰啲咩貓狗心絲蟲藥啊，少好多，因為係啊，唔係 focus 喺預防針度啊嘛 ，focus 喺啲大啲 case 度啊。OK。因為咧，我你諗下，如果比著平時咧，譬如如果我幫你做咧 ，Yanny 話你貓狗心絲蟲藥同埋疫苗咧，你係咪會 O 咗嘴先？因為真係唔關你事噶嘛。係啦，但係因為佢係首醫診所護士咯，但係做嘅時候我係呆咗噶嘛，即係我係唔記得噶嘛。係啊，係啊。好正，係啊！大家都嚇親咯，做咩？點解會咁嘅？嗰陣嚇你做咩㗎？咁樣係啊，跟自動出咁樣，自動出嘅係，即係如果你哋見過 free flow 咧，你見到咧，佢係自己揈嘅，即係自己喐㗎。需要問問題，自動出係出咗呢啲 item 咁樣。但係你之後有個好精彩嘅 free flow 喎 ，Kimmy。哦，係啊，之後自己講啦，自己爆。有人做到呢 part 係咪最近真？最近少咗出依、這個，你講俾大家聽係乜嘢？出前世啊，前世係乜嘢嚟嘅？唔係佢自己想嘅喎，係高我自己講嘅喎。哦，係咯，又係有一次咁啱又做 free flow 咁樣啦，跟住 free flow 達人，連結高我療愈嘅達人 Kimmy。跟住咧就出到咧呢一 part， 其實出埋咧呢個前世之後咧，我個 free flow 係零咗，係啦。咁但係咧佢就係講關於咧我嘅前世嘅。係啦，咁我又係有得佢出啲 item 出嚟啦，就話俾我知咧，哦原來咧我係800 AD 即係咩？公元前。公元後。公元後八百一個細路女啦，係啦，二十歲前已經死咗嘅，俾人毒死咗。咁所以其實咧，因為 poison 死咧 ，related to 咧應該係對 chemical 係好敏感，當時嘅解釋係咁樣，同埋咧呢個。女仔啦，其實都慘噶喎，佢做好多嘢噶喎，係咯，係啊，佢 servant 啦，又 slave 啦，又 housemaid 啦 ，exactly 就係我而家咁樣，講笑啫，講笑。呢條友咧嗰陣時咧，我篤爆你啦，我喺鏡頭面前照篤噶啦，我唔理啦。嗰陣時 free fall 咧，條友就未拍拖嘅 ，OK， 係啦。我男朋友睇緊。你死啦咁樣，我篤爆咗你。唔緊要。但係跟住清完之後咧，人哋就密運啊，係咪啊？自己講先得㗎。係咯。同埋跟住轉咗份好工係咪啊？好工。開心曬係咪啊？皮膚又好曬係咪啫？最得意咧，其實就係咧，佢 mention 到咧，呢個細路女咧都仲係 student 嚟嘅，同埋咧佢又係咧，佢好忙啊，佢基本上有 dancer， 有 artist， 有 animal， 咁但係 which is 咧，其實咧我係好中意學嘢嘅，即係佢 as long as 佢係 student 咧，都會係解釋得到咧，哦點解我成日都好中意學嘢啦，同埋就係、是我又好中意藝術嘅喎，即係好中意畫畫啊、成啊嗰啲啊，同埋最中意梗係動物啦。係，所以今世都做翻獸醫診所護士，離開脱離唔到啊。嗯。咁點解而家係 housemaid 咧？自己講下。因為我好乖咁樣做一個接近家庭主婦嘅女仔咯。係啦，嗰陣時未做家庭主婦嘅係咪啊？嗰陣時真係未做家庭主婦，未拍拖啊嘛，係咪啊？好啊，照顧我啲貓咯。係咯 ，housemaid 照顧我啲貓咯，而家就照顧大家咁樣咯。好好啊，佢嗰一世咧係毒死嘅，係啦。咁咧依一個咧，阿 Eric 拍咗拖啦，嚇，嗰係春事咩？繼續啦 ，OK， 係啦。多謝多謝。啊，咁樣咧就話阿 Kimmy 咧個 case 咧，因為嗰一世咧係被毒死嘅，咁所以頭先我都提到咧，就佢對啲化學物質咧會特別特別大反應嘅。係啊，尤其是洗潔精。真係不能掂，一定要戴手套，百試百靈。一掂到洗潔精咧，即刻就會敏感啊隻手。O K。同埋漂白水都係。係。係啊，所以摸唔得。沖涼亦都要好小心。同埋即係咁講啦，疫苗都係化學物質啦，係咪先？係啊。所以嗰陣時你喺嗰個診所度就好大反應咯。唔開心啊嘛，負能量高啊嘛，同我唔夾咯。係，同埋即係佢裡面，譬如佢用嘅，因為嗰個診所，你之前個診所係 focus on 打疫苗啊，係啊係啊 ，fascination 多咯。係啦係啦，咁所以嗰個環境就真係唔關佢事咯，即係唔啱佢啊。唔啱啊！所以我成日話咧，洗衫真係要用啲好天然嘅嘢，即係我唔係話你要幫襯我啊，你明唔明啊？你喺邊度買都冇所謂，你想 iHerb 買都得㗎，就係總之要買嗰啲係唔係商用嘅。
係啦。係啦，即係我洗碗我就會用茶籽粉咯。嗯。因為真係純天然嘛。因為咧有睇嗰啲 study 咧，係就算洗碗過水過咗幾多次咧，都仲有殘留嘅，係好變態。因為其實你見佢好似好光滑咁，其實佢係有窿嘅。係啊，所以沖水都係唔乾淨。係啊。咁你做啲，咁你清咗咁上下之後咧，你而家感覺點啊？親？好開心咯，成日清完都好開心嘅個人，行路都笑嗰啲傻咁。好變態啊！係啊，好黐線，成日喺度笑，冇特別喺度笑咁樣。你拍拖就唔係咁嚟。拍拖都笑，拍拖開心咪笑咯，係咪？喂，但係我想問你嗰陣時你free flow 啦，即係我哋講連結嗰個療愈，個目的唔係淨係得個知字，即係我想話咧，譬如咧我哋叫做嗱阿 Mina， 你唔好以為我篤爆你啊！你想拍拖，你之前係想揾工㗎 ，OK？ 清完之後你咧第七日就已經咧翻咗份 full time 啊！阿姐已經好做到嘢㗎，你知唔知道啊 ？OK？ 咁咧你要拍拖嘅話咧，再同你嘅 higher self request 啦 ，OK？ 我會幫你㗎啦，放心。你嗰陣時咧 ，Kimmy， 你係free flow 啦 ，OK？ 咁我哋 free flow 即係連結高我療愈咧，個目的除咗係俾你得個知字之外咧，其實係因為你可以清理，你清理咗咧，啲嘢先會改變。係㗎。係咪？如果你唔清理嘅話咧，其實繼續咁樣蒙住你，形成一個困局，跟住你會可能唔知道自己衰乜嘅。即係點解我咁努力，我咁勤力，我咁好人，你明唔明啊？點解我嘅命途咁坎坷咧？咁？你要記住，因為高我咧係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發生緊咩事，連你點諗嘢佢都會講出嚟，係唔係啊？林林係啊，係啦。OK， 你今日先做完係咪啊？佢頭三個鏟你嘅係乜嘢？自己講啦。佢話我嘅諗嘢方式係咯，佢鏟我呢樣嘢。佢鏟你咩先？記唔記得？我 self doubt， 然後 people pleasing， people pleasing 同埋唔記得乜嘢 approval seeking。係啦，呢三個你點樣對應啦？我解釋翻先啦。第一個 self doubt 即係咧質疑自己、懷疑自己、唔相信自己啦。OK， 第二個咧就係會討好人哋，想人哋開心啦，甚至可能係犧牲自己嘅快樂都要令到人哋開心啦。第三個咧就係需要人哋嘅准許啊。OK， 需要人哋咧恩准你啊、批准你啊，希望得到人哋嘅認同啦。簡單啲講，你點樣對應呢樣嘢咧 ？self doubt 就好明顯。對應到嘅，因為我由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咁懷疑自己啊，質疑自己。even 人哋稱讚自己嘅時候，即係佢真心咁樣讚我，我都係覺得對方係講緊煩話，即係真心地即刻拒絕人哋嘅讚美。讚美係啦，咁跟住please 人哋嗰個 item 咧，我就都對應到嘅，就係、是。對於朋友啊，又或者同事啊之間，我都係好想佢哋去欣賞我自己，即係好想好想對方接納自己做出發點。譬如朋友有咩要求啊，對我即刻都會隨傳隨到，即係通常都唔會拒絕。People pleasing 咯，係啦係啦。咁最後個 item 係 approval seeking。Approval seeking， 即係需要人哋認同你。都是跟剛剛那個 item 有些相似。其實三個我想告訴你是捆綁在一起的，因為如果你不是對自己充滿質疑、懷疑、不肯定的話，你不會需要別人的認同的，你明白我的意思？ Self doubt 的它的衍生就是 approval seeking 咯，因為如果我肯定我自己，我 approve 自己的話，我使乜人哋去 approve 我啫？明白嗎？OK， 咁當你需要人哋 approve 你嘅時候，咁你咪會去 please 人咯，即係你想我為你做多啲嘢啊，令到你覺得我係一個好嘅朋友咯，明唔明啊 ？OK， 但係點樣呢樣嘢？點解你覺得你嘅高我一嚟要講呢三樣嘢出嚟啊？因為佢對你影響大唔大？好都幾大，因為冇自信呢樣嘢係一路，我覺得打擊緊自己嘅 energy level， 即係令自己。越嚟越打沉咯，但係冇人喺冇人打沉自己嘅情況之下，自己就係咁 loop 住，令自己個 energy level 更加差，就好變個人就變到好轉牛角尖同埋 depressed 咯。你記唔記得咧？頭先你嘅高我有講咧，第十二個 item 啊嘛，佢咪講為十二加四嘅，十二個係佢想講嘅。喂喂，唔好熄燈啊！喂，係啦。開翻，係啦。第四個咧，有四個就係童年創傷啊嘛，係咪？係啦。咁咧，佢有講你第十二咧係 stress anxiety 同埋 repression， 你記唔記得？
嚟，記唔記得？係啦，係嘅，久唔久都會跌下嘢，等你哋記得我哋係做緊 live 㗎嚇，好唔好啊？大家就咁決定啦，唔係唔係 Q 煩啦，即係我就係講粗鬧爆佢，唉就咁啦，死你佢 ，OK。就咁，喂冇辦法啦，因為個 iPhone 咧，你打橫佢就打直，你打直佢就打橫，嚇？跌得唔得？唔關事啊，誒就咁，你唔好搞佢啦，佢陣間又跌落嚟噶，大佬，乖啦，你知好脆弱噶啦，我電話已經裂曬噶啦 ，OK 好乖 ，OK 大家繼續啦，我哋聽內容好唔好？嘿，OK 我等佢唔好跌啦 ，OK 繼續嚟翻翻嚟呢度 ，OK 林林你嘅高我話你第十秒 item 咧。是 stress 啦、壓力啦、焦慮啦，同埋壓抑啊嘛 ，OK， 係咪？好啦，記唔記得依樣嘢先？記得啊嘛，係。仲有佢叫你要做啲乜嘢？佢點樣？佢叫你點樣 change your life？ 你記唔記得？佢叫我對住塊鏡，唔係即係要同自己多啲讚美，即係多啲肯定自己嘅 practice。喂，你記唔記得佢同你講話？你係要對住塊鏡講你愛、appreciate 同埋 admire 自己乜嘢啊嘛？記唔記得？記得。係啦，你做唔做到依樣嘢啊？今日開始。今日翻嚟要做，係咪？我哋擰轉頭睇，喂，我試多一次啦。嗱，試唔得咯。個電話真係瓜咗啦，我係就出個部新機啦。就咁啦，好唔好啊？就咁啦，我哋認命啦，好唔好啊？如果領到我都唔使咁慘啦，係咪？一係就領喺後邊影住你啦。喂，但係咧，咦唔係喎，我諗到個方法喎。你坐呢度。唔係，我調轉佢咪得咯？我調轉佢，佢咪會正翻咯？你試下，係咪咧？你試下。我唔搞啦。得唔得啊？啱唔啱啊？而家唔啱啊？你又出賣？謝啲兒。謝啲兒出賣咗你係咪？喂，我拍啲咩好呢？唉，冇啦，求其啦，就咁啦，好嘅，繼續啦，我哋、好。林林，你今日做個 free flow 嘅時候咧，你咩啊？唔使啦，求其啦。做個 free flow 嘅時候，你覺得點樣樣啊？其實你今日冇諗住做 free flow 噶嘛？今日我夠冇諗住幫你做 free flow 啦。係，覺得所有嘢都好對應，尤其是大聲啲，全部嘢都好對應，除咗屋企自己未知道一啲。因為他有講關於屋企 trauma 嘅嘢，家族創傷。係啦，但係我因為真係唔知道，所以呢一 part 我真係對應唔到。你翻去問咯，係啊 ，OK， 林林 ，OK。今日除咗講你家族創傷，即係家庭排列講嗰啲嘢啦，即係有個媽咪嗰邊嘅阿姨咧係被失蹤或者係真係失蹤嘅，即係被失蹤意思即係你大家都明啦，係嘛？即係俾人整唔見啦。OK， 一係咧就係佢自己離家出走嗰種啊。OK， 係啦，即係我就話咧，其實咧以前咧倒立睇就啱啊嘛，係啊，快啲啦你。OK， 咁咧阿 Eric 真係好百厭嘅啫。依一種情況咧喺以前其實好 common 噶，即係譬如咧走難咧，你明唔明啊？一家人走啦，跟住就佢走甩咗咯，就係咁咯。但你翻去問啦，因為咧另外一個客人咧。另外一個密友 free flow 嘅時候咧，話佢嗱我 kind of 交代少少啦，佢揾一日會佢都會講嘅，就係佢咧男朋友外國人嚟嘅，咁就因為最近立咗啲好特別嘅法例啦，係咪係啦？咁佢嗰個男朋友咧就離開咗香港 ，OK， 咁咧就去翻佢嘅本身嘅出生地啦，咁樣，咁佢哋兩個感情好好嘅，係想結婚嘅，但係咧佢 free flow 嗰日咧又係好少 item， 我都話清咗麥倫之後 item 係好少嘅。就跟他講一嚟一開波直接講家族創傷喎，講咩咧？就話佢有阿媽嗰邊同媽咪有關嘅 ，OK？ 有人悔婚啊，係啦，個婚約冇完成到。當時佢好似你咁噶，係唔知噶。佢嗰晚翻到屋企即刻打俾阿媽，個阿媽就話咧係阿婆啊，婆婆嘅事。婆婆當年咧就有個遠房親戚同佢求咗婚，就應承咗要結噶啦。但後來咧，佢要去翻大陸啊！佢去咗大陸之後就出唔翻嚟啦，咁所以個婚約就冇完成到。咁你聽下佢而家個 case 啊，個男朋友咪又係去咗外國啊，同婆婆當年去咗大陸一樣啊，明唔明啊？跟住之後就冇咗，所以佢高我提佢咧就係唔想案件重演。嗯，依一個先係真正嘅輪迴，我想講真正嘅輪迴係你唔好諗住橫跨生世咁簡單，而係歷史嘅重演。不斷咁樣 loop， 你見到
整個世界文明是會不斷地重演，人類總是犯相同的錯嘛，係咪？家族的歷史都會重演，人都是啦，遇到渣男嚇，不斷地遇到渣男或者遇到渣老細，係咪？直到你學識了那個課題，你才能夠完結嘅。林林，你繼續講，你今天做了什麼咧？Free flow 連結高我療愈。係連結高我療愈，仲講咗我身體嘅狀況。包括邊一節脊椎出現問題啦。L1啦。同咩有關嘅？記得。Liver。肝。Pancreas。胰臟。同埋唔記得。脾。係啦，即係太陽輪咯，太陽輪呢一節咯，係啊。一節。嗯。係啦。有，但你對不對應先？因為他話你啫，咁你可以話喂唔係啊，我冇嘢啊。我自己就唔覺得嗰個脊椎有歪到歪到嘅。但係咧，我因為佢對應嘅係嗰三個器官啦。其中 liver 我係覺得好對應嘅，因為我係生酮咗都一段時間，由舊年七月開始啦。咁但係當中有 keep 住度篤手指度血。知道自己是 clean keto 的情況之下，那個 ketone level 是不會高咯。幾多度啊？你平時？不做運動的情況，有行168的情況，都是可能0.3、0.4。唔達標咯，完全不達標。我有度過高的情況，就是自己有做完運動，即係行可能行8個鐘山啊。辛苦曬，係好辛苦，或者花好耐啊，先至會去到可能1點幾，即係去高都有嘅，但係好快就跌翻落嚟。係，咁係知道自己個肝功能有問題。係啦。0.8以上先正常。0.5咯，起碼0.5。at least 0.5。係啊，係啊。但如果佢咧 clean keto 啊，仲要你明唔明啊？168咧，即係16個鐘頭唔食啦，8個鐘頭食啦，都係咁樣樣嘅話咧，就係功能嘅問題咯。即係個肝好 congested。咁嗱，但係佢個高我就講到明咧，係同佢個 L1 嗰一節嘅脊椎咧有關係嘅。即係嗰一節啦。L1 啊嘛，嗰一節咧就直接對應依一個位置嘅。係啊，太陽輪嗰抽嘢同一開始丙巨嗰三個 item 都對應，係啦。嗱，Eric 即係行家嚟，我俾你聽，嗱幾清楚，佢就係開一檔頂我噶啦，非常之好。係啊，因為太陽輪健康嘅人咧，太陽輪主導好似阿姐我啦 ，OK， 我係唔會有肝問題啊、胃問題嗰啲嘅，即係。首先你想想我不會有 self doubt。 剛才你做的時候周圍的人呢，我不是說你們的高我放在你旁邊，即是其他人會坐在他旁邊，因為你們都有他的 common denominator， 即是有 common 的 item 的嘛。然後個個都說那是這樣的，個個都會質疑自己，我說我沒有咯， OK， 我是不會 doubt 我自己的，還有我不會 people pleasing， 可能小個都會的，即想人認同的那些現在就是嗰啲啦 ，OK， 求加嘅係啦，有粗口嘅通常呢個位都係啦，即係理得你，你咪唔好中意我咯，你唔好揾我清咯，你明唔明啊？你咪出嚟俾人呃咯，都亂篤亂著咁樣 ，OK， 係啦。所以咧，嗱 ，Eric 講得好，係同你個太陽輪有關嘅 ，OK。所以我同你講話做翻 bio frequency 咧，同埋揾脊椎拍翻正個位咯 ，OK。仲有啲咩啊？講啊。話我大聲啲啊！子宮要照一照。子宮頸。但是這個都是要有待去做 check 的。我一定要提你，你一定要小心，因為不止一次高我預先張揚講定你身體有什麼問題，你都試過啦。是啊，有講 liver function。是啦。是啦，肝發炎咁樣。是啦，佢講嘅時候係未發生嘅，就是 warn 定你先。跟住如果你真係唔理佢咧，就嚟料噶啦。有一個女仔係啦，佢就係做 free flow 嘅時候，高我叫佢 check 乳腺。佢平時久唔久會痛一下，但唔係好覺嘅，佢都一後生啊嘛。跟住之後咧，佢一 check 乳腺咧，因為 free flow 叫佢 check 啊嘛，全部都係水浪。跟住之後清咗啦，清曬啦，就冇再痛過啦。咁有另外一個女仔咧，就係佢扮生酮嘅，係啦，佢話戒咗糖嘅，但係跟住一 free flow 咧，高我仲話佢 too much sugar， 咁即係講大話啦啊。OK， 跟住咧叫佢要做14經絡平衡啊，做個肝經啊。跟住佢冇做到，因為痛啊嘛。跟住咧唔夠2個月啦，就入咗醫院咯，肝炎。但係其實真人嚟嘅呢啲14經絡平衡。你俾我捽啦。我要捽。係啊，要捽㗎。
嗰、那個都幾痛嘅，尤其肝經嗰個位咧係真心痛。哎呀，我啱啱講咗嗰個人，佢自己浮出嚟添，係啦，我唔開佢個名字，聽緊聽緊。OK， 好啦，咁樣咧，親你就要清啊。仲有你剛我講咗，我覺得最終極一個你心裏面諗住，但你冇開聲講嘅問題係乜嘢？同你身體有關。哇！我大聲啲啊！哇！我有adrenal fatigue，咁呢個係我自己本身知道，所以我都係。因為咁樣，所以想嚟揾女王。嗱，我翻嚟少少啦。咩叫 adrenal fatigue 咧？就係腎上腺功能不全或者腎上腺疲勞咯。係啦，點解你覺得你自己有呢個症狀？因為喺呢半年頂咗，即係因為有樣壓力嘅嘢困擾咗我一段時間，然後因為自己又生同生得唔順利，咁我覺得。做完一些 self test， 即係譬如照瞳孔，照瞳孔都見到自己嗰、那個對壓力的反應是弱的。我哋講少少啊，你照瞳孔啦，就是一個黑的環境啦，等隻眼適應咗個光線啦，即係打開咗啦，跟住攞一個弱的燈照瞳孔啊嘛，跟住咧你就會 observe 佢係收緊，之後幾耐打翻開啊嘛，係咪？係啦，你講下你的情況俾我哋聽。我嗰陣時做呢個 test 嘅時候，個情況就係瞳孔有收縮嘅，即係我用嗰個弱嘅燈去喺漆黑嘅環境照住嘅時候，瞳孔係有收縮，但係好快就彈翻開。但係佢唔係彈曬，佢係彈到一半咁樣，跟住就停咗喺嗰度。係啦。咁正常係應該係一有光係收縮喺嗰個位就會定喺嗰個位咁。即係以我所知。係。咁就係因為自己對於壓力。頂唔到，咁身體 physically 就會頂唔到，身體最誠實咯，係啦。正常你有光佢會收緊噶嘛，係啦。但係佢收緊咗好短時間，佢就開翻咯。同埋佢開翻之後咧，嗱，你睇你嘅腎上腺功能啊。如果你功能未至於太差嘅話，你可能會見到佢係彈下收下彈下收下嘅，即係你見到佢仲努力緊啊，明唔明啊？但係咧喺臨臨你個 case 咧，淨係你嘅腎上腺已經放棄咗啊，直情放棄治療啊，直接喵咁樣咧就由佢啦，明唔明啊？我當初 check 嘅時候咧，佢係有咁樣樣嘅。最健康嗰啲人咧。是一照咧，佢即刻收緊，佢就唔開翻咯。嗰個係最健康。嗰啲人咧係老夫打死幾隻啊，好精神啊，成日都唔會攰嘅，係啦，腎上腺功能很好好。OK， 咁你就一路都困擾住依樣嘢啦。嗱，我仲記得佢較早前啊，林林仲問我咧，話：我個腎上腺功能唔好啊，我可以點樣搞啊？咁點知今日佢高我直接答佢。係啦，佢就高我就講咗幾樣濕貼文。首先直指我的 adrenal 有問題，即是他印證你想的是真的，印證我想的一直想的腎上腺功能，腎上腺疲勞是真的，然後就叫我去有一些 supplement， 即是有一些 action 要做，是的。我照讀出嚟啦，因為我揸住你個 list 啦，佢有講話你的腎上腺啦，同埋你的腦下垂體，呢兩個，因為其實一抽嘢嚟，我想話俾你聽，連埋甲狀腺啊，所以咧，如果你再唔理嘅話咧，我哋擔心佢連鎖反應落去咧，就係連個甲狀腺功能都會出問題嘅。OK，adrenals 同埋pituitary gland 同埋 thyroid 係一抽嚟，一個三角形嚟嘅。你而家就兩個出咗問題啦。OK， 咁你嘅高我咧，嗱點解做連結高我療愈即係、就是、free flow 咧係咁？我覺得啊嚇，依樣嘢係咁緊要咧，因為兩個 factor。第一，佢唔係淨係鬧你，高我會鬧嘅，係真嘅。但係佢鬧完你之後咧，佢唔係就咁袖手旁觀由你死嘅，佢係會講俾你聽，你要點樣解決呢樣嘢。OK， 包括你諗下頭先，你講話你 self doubt 啊 ，people pleasing 啊 ，approval seeking 啦，佢咪同佢講話每日對住塊鏡講自己 love 同埋 appreciate，OK， 同埋admire 自己乜嘢咯，仲要叫你 open your heart to love 啦，叫你有 social stimulation 啦。是針對他這些東西的，因為他前面都有其實有說你呢，說你人開始退縮了，開始封閉自己。高我有針對你這件事回答你，他不是齋罵的，齋罵你求求找個瘋的罵都可以，你怎麼找你高我而已，你明白嗎？他講了給你聽你的問題是什麼，怎樣解決，連你的身體情況呢，他印證他咯，你想的是真的，你真的有腎上腺功能的問題。跟著跟他說什麼呢，叫他呢要吃 L-carnitine， 即是這個果乾的，是啦 ，OK。左旋肉酸素好似有啲咩功能啊？講嚟聽下。減肥。
OK，你想減肥嘅好似係咪？促進新陳代謝減肥，係啦，做運動之前食，咁佢個效果係好好。係咪？係啦，嗰個我什麼都知道。係啦，跟住第二個叫你食嘅係呢個 B complex 啦，即係維他命 B 集啦，係咪？因為攰啊嘛，腎上腺功能有問題嘅人咧，就成日都好鬼攰噶嘛。OK， 好啦，第三咧就係 ashwagandha， 係咪好正？ashwagandha 咧係印度咧 ayurveda 裡面咧一個好出名針對腎上腺嘅草藥嚟嘅，平㗎，唔貴㗎，嚇。Adaptogen 冇錯啦，好出名嘅 adaptogen 嚟嘅。OK， 仲有喎，仲要叫你食咩咧 ？Fulci 即係何首烏啊。OK， 你睇佢成頭嘅頭髮，冇諗過會叫佢何首烏噶嘛？但係佢個身體需要嗰樣嘢，係啦。你俾我望，我唔會叫你食何首烏嘅，真心。但你嘅高我話係依樣嘢，咁你要信佢。最近有甩頭髮甩得都多。嗱，我唔知啦。係咯。佢啱啱講嘅就 I don't know， 所以咪話高我乜嘢都知嘅，真係好 amazing。跟住之後咧，同埋人心咯，佢講到明係 ginseng panax， 即係山參啊，唔係韓國，亦都唔係高麗參。OK，yes， 仲有馬卡。OK， 你嗱嗱聲買。OK， 買完之後咧，我幫你做一啲連結嘅工作。OK， 係啦，同埋可能能量上面都幫你調整你個腎上腺功能。OK， 咁你就會喳喳雙瘦噶啦。真係好耐痛都冇瘦。係啊。不止你啦，Eric 都是咁啦，係咪Eric？ 係咪？係咪？係咪？唔好劇烈行山啊！叫你係啊，可能承受唔到啊，做運動，因為太 stress 啊嘛。即係反而你唔可以做嗰啲咩 HIIT 啊？我都唔可以㗎。係啊，你腎上腺有問題咩？我腎上腺我有懷疑過有問題嘅。係，你高我冇提過，即係冇咯。OK， 你有想聽到啊？知唔知道啊？係啊，因為我根據我已知嘅腎上腺嘅問題，我係懷疑過自己有腎上腺問題。腎上腺素分泌太多，就會係受唔到嘅。係啦，因為佢好似類固醇咁樣咯。係啦，通常都會係 keep 住有啲肥肥地咁樣咯。係啊。加油啊大家。所以生酮呢，你想想我講了幾年生酮啦，點解唔繼續講呢？唔係生酮唔好，生酮好，即我都會講下嘅。我自己單胎嘅時候咪講下囉。但好多人生酮唔瘦，佢唔知道背後其實有其他嘢㗎。咁而其他嗰啲嘢呢，你可以估㗎，你明唔明㗎？你可以走去做 blood test 㗎。但你做 blood test 呢，其實驗腎上腺功能係嘥 Q 氣㗎。講真嘅。因為驗血佢出嚟呢，你係要好嚴重㗎。哦，都係㗎。先會顯示到。同埋要都幾長，要驗一個準確嘅 test 咧，係要用起碼一日嘅時間去抽血驗嘅，唔係一次就 OK。同埋最準嘅方法咧，其實係舐口水，口水睇 cortisol 嘅含量，睇 cortisol。係啦，但係要寄翻去美國，咁我通常係叫你哋唔好嘥錢㗎啦，你明唔明？直接問高我，乜嘢都問高我，佢一定知道，咪等佢答咯，係咪 ？OK， 好啦，咁你而家就清理緊啦，係咪？係。今日開始清啊？聽日開始啊？聽日開始啊！清幾多日啊？你清七日。七日，你連續清啊？我應該唔係。OK， 冇所謂嘅。其實所有做過連結高我療愈咧，高我同你講嗰啲 item， 你要清嘅話咧，最少一個月一日。係啦。咁如果你條件許可，你一個月兩日、三日冇所謂。但你清理期間，你記住你一定要上嚟。係啦，照樣喺 Facebook 個 page 做咧，約時間得㗎啦。照樣嗰五個元素係照顧你物理層面嘅。係啦，跟住高我就會負責埋其他嗰啲嘢㗎啦，好冇？咁我哋嚟緊就會見到你紙咁薄㗎啦，好瘦嘅到時，係啊，好啦，跟住咧 ，Yanny 點啫你？你講下你嘅情況俾大家聽下好冇 ？Jan， 我嘅情況，哇，蚊子啊！大家聽唔到佢講嘢？聽唔到啊！我嘅情況咧，其實咧，提肛，其實咧，OK， 其實咧。最 amazing 嗰樣嘢其實係我 free flow 嘅時候啦，女王咧就幫我熬咗一個佢繼續用熬呢個字出嚟啦。OK， 佢講佢每次講我都笑嘅，熬食中嘛，六個六咁樣係啦。熬咗個 exactly 個 term 係咩咧？你望呢度啊？係啦，熬咗一個咧就係我family 嘅 issue 啦，就係話我媽媽嗰邊曾經係有一啲experience 啊 ，book in the phone 咁樣啦，跟住我就
得，我解釋一下先。咩叫 break in the bond 呢 ？OK， 我照讀一下 ，OK。但係佢唔係第一個出依個喎，佢第一個講你諗嘢啦，好似你隔離林林咁啦，再講你身體層面啦，再講你靈性層面啦，之後咧去到最尾嗰一粒 item 咧，大聲啲啊，愛麗絲叫你大聲啲。最尾先講家庭排列嘅，佢就話咧媽咪嗰邊咧，父母同埋祖父母咧有一個 break in the bond with her mother， OK， 即係話佢媽媽嗰邊有人同自己個媽媽有分開有斷裂，即係個關係斷裂咗。嗱，兩個人都叫你大聲啲，你乖我同我提光 ，OK， 大嗌嚟。咁呢件事咧，就係我真係好深刻嘅，就係因為咧其實成個 preview 我唔知點解佢可能會擺落最尾啦，但係其實呢個我係最深刻同埋最有印象嘅，就係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媽同我講就係話佢嘅媽媽即係我阿婆啦，咁咧就不要他們的，咁咧就係、是、喺若干年前啦，咁就突然之間登報去尋親，就尋翻幾兄弟姊妹，咁咧但我媽媽就好嬲呢件事啦，一直都冇再去相應。即係簡單啲講，婆婆遺棄咗你媽媽，冇錯。喺佢細個嘅時候，跟住咧到大過咗，隔咗如是者唔知 N 咁多年之後咧，婆婆就登報紙尋親。係啦 ，OK。所以呢個我係好深刻嘅。咁媽咪點樣睇呢件事啊？佢到而家都係唔想提啦，同埋一講起就會喊啊，或者好嬲啊咁樣咯。OK， 嗱，依樣嘢我想講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大家成日以為咧，過咗去啦，過咗去好耐啦，唔好再諗啦嗰啲咧。OK， 過咗去咁耐咧都冇所謂啦，過咗去咯咁。其實唔係，你諗下你媽媽細個被遺棄係幾多年前嘅事？幾十年前啦，係咪？有冇四五十年前咧？有，一定有。係啦，四五十年前被遺棄，但係今日講翻都會喊嘅。因為其實咧，我想話嗰個能量印記係喺你嘅脈輪裡面，你一日唔釋放嘅話咧，佢會好似樹輪咁越食越深嘅。所以咧，唔好信咧出邊啲人咧同你講話啊得㗎啦，你翻去咧攞鼠尾草分下，你就會可以清到㗎啦。我想話咧，真係清到嗰個係你同你嘅高我，其實 actually 唔係我，我係個 medium 嚟嘅啫，即係簡單，我係個 conduit 啊 ，OK。就是我去連結你的高我，因為我要俾你睇到有啲乜嘢嘢喺度啊嘛。sorry， 我爭啲顯示咗你嘅電話 number， 有冇啊？冇，係啦，我要顯示俾你睇，冇 number 做乜啫？好在我查咗咋。OK， 跟住咧，咪俾你見到每一個 item， 跟住有可能佢會玩嘢㗎，即係佢可能會特登曬命咁樣樣咧，講一啲嘢係你知道嘅。有些可能你不知道的，但跟住你回嚟一問咧，你一問到你真係毛管都動埋嘅 ，OK？ 但佢講俾你聽嘅目的不係淨係純粹佢要俾你知道，咁你嘅高我咩都知道是正常，咩佢係你嚟噶嘛，大佬啊，你明唔明？佢經歷過你依一生一世噶啦嘛，所以佢咪知道咯。但係咧嗱，點解我又想講啦？我又問多你少少 ，Annie，你媽咪有兄弟姊妹係咪？係 ，OK？ 你媽咪嘅兄弟姊妹有冇同翻婆婆相應翻？有。OK， 你媽咪有冇？冇。OK， 所以點解你嗰句嘢寫得咁清楚咧？係媽咪同佢嘅媽咪有個 break in the bond， 而唔係講成個 family 有 break in the bond，見唔見到？因為你媽咪 refuse 去 connect 翻 with 佢媽媽。OK， 而你媽媽到而家仲 carry 嗰個傷痛咯。係。係啊，所以其實你媽咪都要做療愈嘅，不過。我哋唔會夾硬嚟嘅 ，OK？ 到佢有一日真係 ready， 佢想做嘅時候咧，先做咯。即係正如我唔會同阿 Kimmy 講，喂，你帶你男朋友過嚟清咁樣，唔會嘅 ，OK？ 或者係 Johannes， 你叫你家 姐過嚟舉例，你明白嗎？唔會嘅，係啦，即係冇家 姐咪整個細佬啦，咁求其啦嚇 ，OK？ 都冇係咪？求其揾個人嚟清，係啦 ，OK？ 唔會嘅，因為嗰個人 ready 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講，你有依個能力咧嘅話咧，宇宙就會俾。需要你的人給你的，所以不需要那些什麼，有些行家就 很老土的攻擊對方啊，說對方的東西不得啊，跟住禮還節曲作一些大話出來呢去攻擊人家呢，這個只會你自己招受惡果的，
其實不需要的，即我嚟緊我都諗住啊，多啲其他嘅 spiritual 嘅老師一起 crossover， 一起合作，幫到更加多嘅人，更加多嘅選擇咯，係啦。但是時間可以沖淡一切，是很 online Eric 嘅，即係話時間可以沖淡咧，就係一個很 on 嘅諗法咯。其實不可以的，佢一路在裡面嘅嗰、那個我哋英文叫做 emotional charge。嗰件事的能量印記所帶來的情緒牽動一路沒有出來，它就在裡面，你就鬱結了在裡面，吃到很深。 OK， 好了， Yanny， 除了這個之外呢，你記得你出世的時候發生過一些事？是我出世的時候、聽不到啊，大家我們又聽不到 Yanny 說話了。出世的時候大聲點，那個左手你的高我呢說你呢出世的時候呢有trauma， 有創傷事件，是不是？是什麼事？就是我出世的時候左邊那個膊脫了。為什麼出世會脫了左邊的膊？不知道，可能被人拔出來的時候的鑑粗扯，是的，鑑粗鑑粗這樣，然後就脫了一個左邊膊，到現在都痛的，不要說笑，真的很容易痛，很容易就痛，很容易抽筋的。所以他就說你呢，你自己看看呢，這個是第27個 item、大家看看、27個 item 看不到有沒有打橫到、啊、OK 27、okay, Clear past trauma birth OK 是啦，那邊是媽咪，媽咪那邊、exactly 是啦，這些就是 spiritual 老師懂事的嘛，你明白嗎？是啦，是是是背負著過去 exactly 是啊，全部都有得解的、所以現在還是會痛呢，所以我們要做個清理咯，你明白嗎、另外是不是還有一單事還是我已經忘記了那一單呢？其實是大聲點，第二次的時候發生的。哪一單？爺爺死的單。什麼？爺爺死的單、你說你說，但親你可不可以懟埋一點，你整嘴的電話這樣去說。是的，我做第二次清理的時候啦，那曾經呢女王呢又熬到一個心思，就是被遺棄、那我就不明白啦，那沒可能啦，我就覺得不會被遺棄啦，好地地成人坐在那裡怎麼被遺棄呢？是的，遺棄了我就即不用想那麼久啦，跟著呢那在那晚呢我就想很久，突然之間呢浮了一個畫面出來啦，就是在我小時候的時候，幼稚園的時候，幼稚園很小的，是四歲零啦，我想、那個畫面是我四歲零在以前的家的樓下，那就放學，那個畫面不是你想出來，是自己浮出來，是不是？是浮出來的、okay. 浮出來的，突然之間不知道很平平白白，不知道為什麼浮那一日的東西出來，浮回四歲的東西出來，四歲的東西、就是平時因為呢是小個的時候呢是爺爺湊放學的，但是那天呢他沒有出現到，就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懂得回家了，那個畫面是已經我去了家樓下了，但是真的這件事是有發生的，真事來的，是的，就見到爺爺他就不舒服了，跟著就回家，回家就嫲嫲同佢照顧佢啦，咁樣咁咧，下一個 shot 咧就已經去咗爺爺喺廁所嗰度離開咗啦。咁離開咗，你意思係過咗身？過咗身啦，係啦，過咗身啦。咁跟住嗰個畫面，我係仲記得嗰個樣啦，嗰、那個姿勢啦，係嗰、那個廁所嗰個格局係點，我都仲而家都仲好記得嘅。咁咧我見到個畫面之後咧，咁就因為嫲嫲咧就不懂講廣東話，就出去就揾周圍揾啲鄰居啊，諗住可以求救啊咁樣啦。但係咧譬如我哋出到去嘅時候咧，啲鄰居係我係有同佢講啦，咁講嘅時候佢哋係揈開我咯，即係我四歲嗰陣時係揈開我嘅。咁我好記得呢個畫面啦，係唔止一個嘅。咁跟住咧嗰刻我淨係識得做嘅就係打電話去媽媽嘅公司去揾。媽媽講都唔識講，唔知佢做乜嘢，總之係瞓著咗咯，喺個廁所度咁樣。咁跟住後屘咧，我下一個畫面就係屋企得翻我同個家姐啦。OK， 嗱，聽唔聽到咧？佢嗰個被遺棄其實係發生三次啊。OK， 嗱，你唔係清理嘅時候咧，你有冇諗呢啲畫面？冇。
好多年都冇諗，冇同人講過。同埋你唔會諗四歲發生嘅事噶嘛，你明唔明？但係點解依樣嘢會喺嗰個時候浮出嚟呢？因為你清理緊啊，因為你嘅高我要俾你見到啊，你要俾你對應翻你發生咩事。嗱，第一個遺棄就係佢喺學校冇爺爺嚟接佢，明唔明啊？佢喺度等啊。嗱，你諗下，你今時今日你個 friend 放你飛機就算啦，係咪先？但你四歲喎，四歲嘅時候你咧。爺爺日日都嚟接噶嘛，唔見咗啊爺爺 ，OK， 冇咗爺爺，要自己行翻屋企啦 ，OK， 依一個係晴天霹靂嘅，係好大件事嘅 ，OK， 翻到去睇住爺爺過身 ，OK， 爺爺最親嘅人 ，OK， 抌低咗你，第二個被遺棄，可能有三四個，跟住之後咧行到出走廊，俾人揈開你，係，係咪？到最後成間屋冇人，剩翻你同家姐，係，四次，得唔得？所以你的高我是會俾你咧有依個畫面睇翻嚟發生咩事，難過嗎？俾佢知道，遺棄咩遺棄？啲眼淚中，自己唔知點解喺度。大聲啲，大聲啲。第二朝起身係冇諗嗰件事，但係照鏡嘅時候，啲眼淚自己喺度流咯。其實我想話咧，唔止你係咁咯，林林頭先都係咁。係。林林頭先咧做清理嘅時候咧，佢係咁喺度流眼淚咯。我係依份大聲啲。開始嘅時候係我等緊佢啲 item 出嘅時候，我只係眯埋眼深呼吸咁樣，但係啲眼淚就係咁流出嚟，係不其然，即係我係唔知道佢有啲咩 item 出嚟，亦都放空未解噶嘛，係啦，放空嘅情況之下冇嘢 trigger 到我都會突然間咁樣，係啦。喪喊喎，真係，但佢之後嗰啲又真係喊嘅，因為講翻啲事咧。係啦。但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我仲 check 緊咧，即係熬緊啊，用你嘅術語熬緊嘅時候咧，係未知噶嘛。嗯。係啦，跟住我就係咁叫佢眯埋眼，放空，深呼吸咁樣啦。係啦，咁係周邊有人嘅，周邊人啲人睇住嘅。嗯。咁而之後咧，佢一路喺度流眼淚啦，咁樣其實係你嘅身體一種清理嚟嘅。即係你諗下，其實譬如我哋舉例，我哋打冷震啦，係因為你嘅身體 handle 唔到嗰個凍啊，你明唔明？佢需要 shake it off 啊，我哋叫做或者好嬲嘅時候，太多 energy， 你明唔明啊？你都要 shake it off 啊。嗯。Yeah， OK， 跟住好多嘅悲傷喺裡面 hold 住咗，佢要流出嚟。女王飲水嗎？見字飲水啊嘛，唉，食乜嘢啊 ，Eric， 你真係 OK， 好啦。咁咧就你三個就 free flow 過啦 ，OK？ 嗱，我想講free flow 前世好似 Kimmy 嘅情況咧，唔係你 request 噶，係你高我覺得佢需要講俾你聽咧，佢先會講嘅。如果唔係咧，佢就會你明唔明啊？唔會講，佢講關你事，係啦，佢講關你事嘅嘢咯。咁跟住到你清乾淨咗，你就可以好似佢咁樣咯，又轉咗份好工咯，跟住有個好好嘅男朋友，好好咁樣，好開心咁咯，明唔明？係啦 ，Johannes， 到你講下啦，你點樣？我哋兩個點樣相識噶？講嚟聽下，講下你嘅人生歷程嚟聽下。你未清嘅，所以你冇得講清嗰 part 啦。講啦，講嚟聽下。我點樣識？Lana 女王真係，我唔記得咗，我求其喺度 YouTube 睇緊啲嘢啦，睇啲 forum， 係，跟住大聲啲啊 ，Chan， 聽到你講撒滿嘅嘢，聽到我講撒滿嘅嘢，係啊，咁跟住我就好，我不嬲都好有興趣，因為我屋企啲書咧都好多已經 shamanism 嘅嘢，係，咁跟住其實一路都想揾一個好嘅老師咯，咁但係聽到你推介 Kevin Turner 啦，跟住我即刻上。Amazon 買咗佢本書 ，Sky Shaman 就蒙古人，一晚已經讀完咗，跟住就話：OK 喎，好堅啊你，可以幾厚啊本書？可以揾嘅，唔係好厚嘅啫，係但係好睇嘅，好多圖畫嘅，係，重點係好多圖畫，啲蒙古妹好靚嘅，係繼續。咁唔係，咁嗰陣時就兩年前啦。大家聲好唔 OK 啊？會唔會阿 Johannes 把聲細聲？大家使唔使大聲啲啊？係 ，Johannes 再坐埋啲。兩年前你咁靚仔咧，啲女唔會覺得你有咩問題嘅。2019年啦，咁你知香港嗰時好多發生緊啲。2019年活動啦，係咪？係係係。咁我都想學一種真係療愈嘅方式，個 healing modality 係真係可以幫到人。但我想快靚正。係係。咁我之前咧，我見到做啲 spiritual 嘅嘢 ，Vedanta 都有跟啲印度師傅 yoga 咁樣。嗯。咁
嗰陣時佢就喺巴黎度教啦。你係、Kevin， 你喺我係 Bangkok， 我梗係揀個舒服啲嘅地方，大佬食上完堂捱咗成日啊，大佬夜晚梗係食嘢同埋揼骨啦，係咪？我呢啲人喎，唔係啊，我哋巴黎有得揼骨㗎。你嗰度冇啖好食嘅，大佬啊！食係真係真嘅，好恐怖嘅去嗰度，同埋勁多鹽蛇，你唔好搞我。即係如果我唔收咯，我唔得，我見到鹽蛇我真崩潰。因為咧 ，Bangkok 咧，你可以自己揀酒店啦，你明唔明啊？你中意幾靚幾乜都得噶嘛。Urban environment 係啦，最緊要係城市少啲鹽蛇，大佬繼續。唔同嘅兩度地方。但我唔知點解 Kevin 咁中意巴黎嗰度，又遠喎，距離巴黎機場咧四粒鐘。三個鐘。係啊，喂，坐埋啲啊，乖，坐埋啲，係啦。Yeah. 但係我去過兩次啊，你知唔知？即係變態。第一次跟住 advance， 係加油啊！你知唔知啊？係啊，你咪連續三年啊個 advance。未報，因為今年而家都係。本來諗住去。嗯。咁係咯，咁學咗薩滿。差唔多薩滿啦，到嗰陣時到而家係我 July 嗰時學嘅，跟住 Halloween 完咗就可以開始。幫人做啦，跟住我 keep 住，其實都係喺 IG 度、Facebook 話俾人聽，我做呢啲嘢。跟住佢每個禮拜都有兩三個，而家都唔係 friend 咯，即係啲 friend 啲 friend 嘅親戚啊、表姐咁樣都揾我。因為頭先 Johannes 有問我嘅，即係佢話：喂，點解你唔做嘅咁樣樣啦？因為我有讀噶嘛。咁我同佢講我好簡單嘅啫。因為咧個方法係咧，譬如個客人要瞓低啦 ，OK， 跟住我又要瞓低喎，係啦。跟住咧你兩秒後就會聽到咁樣噶啦 ，OK， 我好坦白，係啦，一秒瞓著噶嘛，我係，即係我坐落張牀度咧，我開始向後挨咧，個頭都未掂到枕頭已經瞓咗噶啦，係啦。咁所以你係好，其實係咪好需要瞓覺？我是很需要睡覺，所以我不可能這樣做的。因為我走去，你知不知道 Kevin Turner 教的時候，我整個過程睡了的，其實是啊，次次要 journey 去 lower world 啊、upper world 那些，然後呢要睡低去做，是啊，跟著聽鼓聲嘛，跟著這樣，跟著回來了，其實是不同。譬如你喜歡的 method 去 connect to 那個功課，就是我係啊，熬啊！因為你係好喐動嘅人，我可能比較 relax 啲咧，咁所以瞓喺度。唔係啊，我尷尬嘅位置就係我瞓低真係會扯鼻鼾俾你睇啊嘛，大佬啊，你明唔明啊？我真係冇辦法咁樣做，我咁我咪用第二個方法咯，你明唔明啊？我有做其他 spiritual 嘢嘅，咁我都可以做到咩 soul portion retrieval， 即係靈魂碎片散失嘅搜集啦。OK， 喂，如果唔知道我講緊乜嘅，我而家解釋俾你聽，就係咧，如果我哋經歷一啲大嘅創傷事件啊、傷心難過嘅嘢咧，或者同人哋哇好愛啊嗰啲咧，你明唔明啊？當你一分離嘅時候咧，你覺得好似自己裡面有一部分冇咗嘅，好似冇咗自己咁樣樣嘅。OK， 嗰個就因為你同佢嗰個人咧太 close 太愛咧，個靈魂碎片互相交融咗啊。係 OK， 或者你嚇親都得噶。係啦，嚇到魂飛魄散，大家聽過啦，係咪？而家 OK， 跟住可能你見到個人離咗婚之後咧，性情大變啦。我都有講過，譬如話器官移植咧，你會發覺人真多咗其他人嘅記憶嘅喎。係啦，以前明明咧係話無欲不歡啊，飲酒啊，食嗰啲啦，突然之間咧，咦，而家食咗齋咁樣樣，或者調轉都得嘅。點解會咁咧？因為你嘅身體、你嘅肉啊、肌肉咩都好啦，器官咧，其實有佢嘅靈魂組成嘅。當你一換咗落嚟嘅時候咧，就會發生啲咁嘅事咯。係啊，咁而我哋每個人咧，嗱 ，Kevin 好中意講呢個啦，每個人都需要做 soul portion retrieval 啊嘛，搜集翻靈魂碎片。我而家做嘅方法咧，我做 break the cycle 嘅時候，我咪帶個客直接去揾 higher self 嘅。好多時候喺依個位咧 ，higher self 捉住佢去翻嗰幕，自己執翻嘅。親歷其境啦。即係你 connect 翻佢哋，其實都係令。係啦，即係你唔好理咩方法啦。其實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唔會扯鼻鼾嘅 ，Johannes， 咁你咪瞓喺個客隔離咯。係啦，我會扯鼻鼾嘅，唔好搞我啦。OK， 我就揸住個適中熬啦，即係靈擺。OK， 熬個效果出嚟俾你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殊途同歸嘅，又咁講。但係 ，Do you enjoy what you're doing？ I love it， 我真係好中意。係。同埋嗰次上次上嚟咧，咪就係咯。嗰次上次上嚟其實都係。諗住放假，因為我每個禮拜都係做兩三個，多嘅可以做六七八個。Good，
咁好多人需要你幫啊！上次上嚟就係啱啱，想放假，今個禮拜唔做咁樣，咁點知一上嚟女王呢度，跟住佢話：我好多客喺度，可唔可以幫我做一個先？咁即係個 team 逼住我，每個禮拜都要做一次。所以咧，唔使擔心咧，自己話啊學咗之後啊，點解冇客揾我啊？或者你要用啲有啲人啦，我唔係講你哋啊，當然啦 ，OK。有啲人用啲好乸渣嘅手段咧 ，OK， 去攻擊同行啊，係唔使做呢啲嘢嘅。你信我，你有依個能力咧，高我就會派人俾你噶啦。係啊，所以咧，我今時今日，直到今日，我一蚊廣告都冇做過。但係你見到呢度社區中心嚟啊嘛。係 at any given time 咧，都十幾廿人喺度噶嘛，係啦。如果嗰日咧在座得四五個咧，我已經覺得啊太好啦，今日可以早啲走啦咁樣，係啊。但係 given 大部分時間都係十幾廿人，但係咧我同你都係光明磊落嘅人嚟嘅，即係我都話如果嚇 ，OK， 譬如 Yanny， 我幫你做嘅係冇效嘅，你係嬲住俾錢嬲住走嘅，你今日會唔會上嚟幫我做嘉賓？我唔會啊。大聲啲啊！我唔會啊！你有冇覺得我呃你啊？我覺得其實我講多少少啊。好啊。其實咧，我 free flow 完之後咧，咁我未清。你黐住個麥唔該，嘴。我未清曬嘅，其實。係。咁咧，我清咗五日啦，跟住咧第五日我已經出風啦，唔會起身。係啊。不過好快冇事。係啊，清理出嘅身體反應咧係好快散嘅。嗯。有人生蛇，有人出風爛，有人面淡，這些呢都是跟心輪有關，跟悲傷有關。即我成日都話你豬隊友呢，你明明要喊呢，跟住跟你講唔好喊啦，唔值啊，哎呀正能量，係笑翻啦，嗰啲呢最戇居 ,ok? 因為佢要出嚟㗎嘛，你唔俾佢出嚟，佢咪屈住咗喺裡面囉，跟住越食越深呢，咁你啲脈輪就塞 Q 晒㗎啦。係呀，所以你而家仲爭幾多日啊 ?Yanny?十幾日啊！仲爭十幾日啊？啊得㗎啦，一個月清一日啦。嚇？係啦，你依家仲爭十四啊？我清咗六日咋？廿一減六係十七啊？十五啊？十五，但我哋你一個數字幾好？十五嗱，咁所以好簡單，一個月清一日咧就十五個月後，係啦，一年零三個月後咧，噠噠乾淨翻曬啦咁樣。阿林林，你講俾 Yanny 聽，你要清幾多日啊？我清七日。嬲爆係咪咧？乜搞錯？點解啊？同埋咧，佢 item 少好多噶，佢加埋十六，十六啊，先十幾啊，犀利啊！十六個咋？我係三十幾咯。你係36，三十六個。喂，大佬啊，你嗰啲咧唔好聽嗰啲又唔講出嚟啦，話你有貧窮意識啦，嚇自己框住自己啦，係啦，跟住日日咧都鹹魚咁樣樣啦。係啊係啊，自己講嚟聽下點解咁樣，坐前啲，乖。邊啲啊？坐前啲，坐前啲。但係其實我最有興趣嗰個咧。大聲啲。我最有興趣係第 item 32啊。item 32啊，哦，依一個咧係講 past life influences， 係啦。講多啲。係啊，外星人啊，親，係啦。講你嗰個其中一個前世唔喺地球嘅，係啦，會唔會大家覺得太神化咧？講啲係啊，有埋講埋佢係咩嚟嘅？佢 Windian 啊，好肉酸㗎。From Candidor with Arcturian 啊 descendants 係，傻豬嚟。嗱，依一個咧，將來如果我哋開啲薩滿嘅 workshop 咧 ，which we will，OK， 咁咧我哋就可以咧 guide 你自己去睇翻你嗰個前世。甚至或者做 break the cycle 嘅時候咧，如果你高我中意嘅話咧，佢會帶你去咯。喂，但我想問你嗱，佢講你咧 spiritual 咧靈性嗰 part 咧，佢話你31至40歲咧係 kick 嘅喎。我成日都 kick 噶，都冇。我順你講 ，kick 過係嘛？冇咯，係嘛？咁你快啲清咗佢啦。會嘅會嘅，我貧窮意識緊嘛，係咪？哎呀，你知唔知有貧？Cycle 唔停咯，清咗就停噶啦。哎呀，清咗就嚟又有拖拍啦，係啦，又喺屋企做 housemate 啦，咪啊，係啦，跟住又有新工啦，咁樣樣。清我真係好緊要啊，俾佢係爭好遠啊！你做乜咁想知道自己嗰個外星人前世發生咩事？你睇下佢個樣，你就會想知道。好樣衰啊嘛！好樣衰，真嘅唔係講玩笑啊！但係應該嗰個地方嗰啲人都係咁嘅樣嘅，係嘛？
所以咪覺得係靚咯，到時係咯係咯，即係可能佢哋嗰個角度，個個都係咁嘅樣，冇話覺得陽衰。多謝你安慰。喂，但係咧，佢講你嗱，你記住啊，你高我直接講咗你諗嘢先㗎。係啊，係啊。E.T. also exists， 梗係 exists 啦。你唔係覺得成個宇宙得我哋啊嘛？係咪？梗係唔止我哋啦，有好多唔同嘅。OK， 即係不過我冇開個話題啦。不過其實咧，我有啲朋友咧係靈性界別嘅大殿堂級師傅啦。OK， 佢哋有講嘅係啦，有講呢啲講外星文明啊。其實地球 supposedly 啊，地球上面嘅人咧係來自 Sirius B 噶嘛。Hi，OK，、okay? 我哋揾次先講呢啲話題好唔好？喂，今日咧大家大掃除唔到，因為如果未買蠟燭、未有嗰啲咩七輪鼠尾草啊，不啦不啦嗰啲啦，就聽日自己走上嚟啦 ，OK， 係啦。咁我哋會準備定大量嘅蠟燭俾大家。哎，記住啊，一炮燒到尾啊嚇 ，OK， 係啦。同埋咧，未清麥輪嘅話咧，我應承咗你哋咧，過年之前咧，你清七日，實際上做十日啊嘛。OK， 咁所以咧，你可以咧 reserve 定之後做都得嘅，我唔理你。OK， 嗱，總之就多三日。OK，very good。仲有啊，你個貧窮意識可唔可以自己講啊？貧窮意識係好大嘅 topic 嚟嘅，好緊要嘅。貧窮意識啊？唔想使錢係咪啊？使咗就冇啊？覺得？係啊，使咗就冇，成日都覺得唔夠錢。哎呀，咁、你成日覺得唔夠錢，跟住荷包會發生咩事啊？就唔夠錢咯，係咪啊？係咯，所以要清貧窮意識喎，知唔知啊？你今日上嚟做嘉賓咧，我幫你清貧窮意識啊！多謝你，好唔好啊？就唔再貧窮啦。係啊，我哋能量交換啦，好唔好啊？好啦，喂，大家想聽關於薩滿嘅嘢嘛？好啊，想唔想啊 ？OK，Johannes 可唔可以多啲上嚟做嘉賓啊？可以啊。你咁靚仔，其實你夠唔夠伸個頭過嚟俾大家睇下你？有啲靚仔就點？戴住嘛。冇問題。係啊，你真係好靚仔嗱，又型係咪先？嚇、啊，望下俾人欣賞下你嘅靚仔樣先啦、啊！型潮男嚟噶，大佬。呢度睇唔到。相嗱，好多人話相啊，伸個頭。Yeah. 我哋睇下，因為我完全唔知喎、啊，完全唔知道啊，真㗎。嚟嚟嚟 ，come in。OK。幾時㗎？應該睇到。你伸個頭落嚟啊，乖豬。個頭喺度，有 delay 係啊。有個見到，你攞啲嚟啲，原來要低啲。Hi，hello， 睇到嘅啦。OK， 睇到。係啊，我哋嚟緊咧可以咧開薩滿啦。OK， 想見仔仔啊，有人話Johannes 係啦。我哋嚟緊可以有薩滿嘅堂啦。OK， 跟住有啲能量治療嘅堂啦。唉，仲有好多嘅，我想講佛學啦。有冇人有興趣聽佛學啊？正經嘅佛學。可以啊。OK， 我真係攞本佛經同你講嘅，我真係同你講咩叫人生難得啊，咩叫輪迴是苦，咩叫輪迴啊，我真係講嗰啲喎。我想問其實係咪唔同嘅可能係shaman 啦、佛學啦，佢哋 at the end 都係講緊，其實佢哋本身有個 higher self 咁樣。嗱喺佛家有冇咩 linkage 喺度？佛家就唔會講高我嘅 ，OK， 佢就講佛性咯。咁但係你聽清楚喎，依、這個最正嗰 part 殊途同歸咧，我想話俾你聽係真嘅，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其實就已經係成咗佛噶啦嘛。係啊，即係其實佛陀同埋你個佛性咪就係真係 higher self。Exactly，、你明唔明啊？所以咧，點解話我哋唔向外求咧，係向裡面咧？其實所有嘅答案喺曬裡面，出邊嘅世界咧係你 project 出去嘅啫。你就係個導演啦。個燈光啦，個編劇啦，個演員，所有嘢都係你。所以如果你不斷望住出邊咧，望住塊鏡，跟覺得塊鏡裡面嘅自己咧，哇好污糟！你係咁抹塊鏡咧，係冇用噶，因為污糟嘅係依一度啊，唔係塊鏡。所以如果你我覺得外邊嘅世界好殘酷啊，好衰啊，我遇親都係渣男啊，都係撲街啊，啲老細又賤啊 ，OK？ 如果你嗰啲咧，唔該你咧，喺裡面 clear 啊，即係零極限，歸零咯，零極限咪講呢樣嘢咯。佛家都係講呢樣嘢嘅，佢講嘅係懺悔啊嘛 ，OK？ 清理啊嘛，係啊，清業障、消業障啊嘛，啱唔啱啊？薩滿有冇類似咁嘅 concept 咧？不過好似唔好講。他哋有冇呢個 philosophy， 冇呢、這個哲學，係、但係好普通，因為所有文化都係有薩滿嘅嘢，係啊，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大宗教出現係薩滿嘅，
所有宗教都是來自於薩滿，薩滿是一啲都不恐怖的，我想告訴你，是講緊大自然的，是講自然崇拜 ，even 啊嚇 ，OK witchcraft 巫術。嗱，而家你哋終於明啦，做個 free flow 嘅人終於明點解我要學埋薩滿同埋巫術咧？如果我唔學嘅話，喂，你個 spiritual body 裡面咧，又話你咧有咩 black hole 啊，又係啦，又話你咧有同其他靈性嘅層面有啲恩怨啊，明唔明啊？喂，邊個幫你清啊？啊，我幫你 check 完出嚟，我清唔到，咁你揾我啊，總，你明唔明啊？所以一定要我要識曬依啲嘢，有呢個 knowledge 個 background， 同埋有能力清啊。是啊，所以其實嚟緊咧，我哋嗱有好多嘅係，其實抄佛經係清理自己，絕對係。絕對是，是啦。你話你不想抄佛經，你想抄道家的經、道德經啊，或者北斗七星的經文呢 ，OK 都可以的，因為你用一個很清淨的心咧去做依樣嘢。你抄四句咧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得噶 ，OK 可以的。我幫客人清 cancer，OK、okay? 依個位有啲西醫可能又跳出嚟癲噶啦，不過 OK 就是身體層面，我拿個金字塔做比喻先。OK， 依個係個金字塔，大家見唔見到？見到係咪 ？OK， 大部分人咧就係 focus 哦，哎呀生 cancer 啦，哎呀遺傳啊，哎呀要生酮啦 ，which is true 係要生酮噶，你最好斷食斷到好翻為止添啦。但係會唔會淨係靠生酮斷食同埋做咖啡灌腸 actually？OK， 三樣嘢你一定 guarantee 好翻咧 ？Look， this is only 25%， 淨係得25% 嘅啫。仲要後面75%，你是不是肯定你要忽略個75%？我想告訴你，我那個錄音我播過出來的了 ，OK？ 就是什麼呢？就是一個仔透過一個人來找我，他媽媽 7.7cm 的腫瘤，我現在播不到，因為電話在做節目而已 ，OK？ 但任何人你想聽我都可以播到給你聽的，個仔來找，搭上搭找到我，個媽咪 7.7cm 嘅腫瘤化驗咗噶啦 ，cancer 噶啦，惡性噶啦 ，OK？ 但係你知唔知我做咗啲乜嘢嘅？我攞零極限嘅能量 ，OK？ 係啦，因為我有嗰個 attunement 咧，我知咩叫 attunement 啦 ，OK？ 即係好似靈氣咧，你要做咗嗰個 attunement 中文叫即係傳授靈氣。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你要受到嗰個傳承啊，嗰、那個傳氣咧，你先能夠做呢樣嘢噶嘛。我有七道火焰噶，我冇喺節目度講過啫嘛。七道神聖火焰 ，OK， 即係譬如 violet flame 咧，神聖紫火啦 ，OK。跟住我有零極限，以前咧我哋講夏威夷嗰啲 karunas 啊，係啦，嗰啲祭師、嗰啲療愈師嘅 attunement 嘅，所以我唔係淨係講噶 ，OK， 我可以 send 到個能量落去。嗱，嗰晚我做咗嗰個媽媽，我冇見過佢，我到而家都冇見過佢。我都冇見過個仔，但系做完之後咧，做咗個幾鐘啊 ，OK， 第二日 O 嘴，佢哋化驗係冇咗個腫瘤啊 ，it's gone， 冤親債主 ，cancer 另一個面相你哋要理解嘅，係咪？就是、我哋叫做 psychic parasites，exactly 係啊，所以完全全情哦 ，OK， yeah， 係啦。所以咧，我哋其實將來我哋可以講多啲啦。你想唔想講一部分薩滿嘢俾大家聽下？坐埋啲講。太多嘢點講？你想講啲咩？俾少少，俾少 taste 大家，俾少少呢個我哋叫做嗰啲咩率先睇。哦，係啦，埋簡介啊，係我有都有個 shamanic energy training。薩滿其實呢個詞，我依張係plant spirits 嘅。即係其實真心咧，我可以做咩死藤水啊、可可儀式啊、藍蓮花啊、玫瑰啊，甚至人心啊、薏米我都做得㗎。係啦，但係點解我冇做呢？係因為咧，我會透過高我去連結其他嘅植物守護神，或者水晶守護神，或者動物界嘅守護神。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你要知道高我係一定唔會善你，依個係重點。其餘嗰啲咧 ，OK 嗱，你同我唔知有冇聽過。Kevin Turner 親自講過，係咪死藤水係乜嘢？你講啊！佢覺得即係其實當然係好勁啦，佢係婆婆級，係阿婆，阿婆死藤水係一個阿婆，係啦。但係佢即係譬如你喺南美嗰啲土人咧，用佢哋嗰陣時候，其實都係佢哋會用咁啊！佢哋當然有
出竅啊，又睇到嘢啊，又可以。但係佢即係仲係用啲即係譬如落降啊，亦佢哋亦都會用水能水嚟做。嗯，即係殺低啲部落嘅人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覺得水能水呢個老佛爺係好勁喎，即係佢同埋佢可能唔係 all compassionate 咯，係啦，唔係未必一定係慈悲嘅。不是菩薩級咯，係啦，即菩薩就絕對不會殺人，係啊，唔會幫你殺人。我想話咧，死頭水喺香港死過人嘅 ，OK，真人真事，我知道嘅 ，OK。同埋你飲亦都係你都唔好受啦，係啊，唔係即係有啲人飲咗好好嘅 ，OK。我唔係話依樣嘢唔好，我首先我唔 judge 依一件事先，但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死頭水喺世界各地都死過人 ，OK。咁你搏你搏唔搏咯？OK， 係啦。咁另外就係、是、死能水會當然同你講嗰個人一定會講得好好噶嘛，照見真相啊，睇到你嘅人生課題依樣路嗰啲。我想問連結高我做唔到咩？嗯，係咪 ？Break the cycle 你做唔到咩？你嘅 high self 直接喺冇任何嘅迷幻藥嘅情況之下，嗯、直接帶你去見，喊到你咧，你咪口水鼻涕咩都流曬出翻嚟，自己帶你執靈魂碎片，自己帶你去處理翻呢啲陳年創傷，你自己見到嘅直情。OK， 使乜靠呢啲咧？唔使啊！我明明呢個 training 你哋見到啦，係講幾年前 train 嘅。嗯。OK， 我冇做啊。點解我冇做咧？因為我一定要 make sure 係安全。嗯、你知道這個世界啦，啲人為咗賺錢咧，咩都做得嘅。嗱 ，Kevin Turner 講得好清楚，係 Michael Horner 同佢講，即係我哋嘅師公啊。OK， 係一個人類學家。但係因為在很多不同的部落度住咧，佢學了很多薩滿的嘢，佢成為大家叫做 the white shaman。OK， Michael Horner 親自講嘅。OK， 冇人夠佢地位高㗎啦，喺薩滿呢一個界別裡面，佢話 Ayahuasca 死藤水係一個 middle world spirit。OK， 咩叫 middle world spirit 咧？就是你可以理解好似遊魂野鬼咁樣，明唔明啊？即係佢係中土世界嘅，佢有自己嘅 hidden agenda 嘅。他有他自己的盤算，他有自己的計謀、想法 ，OK？ 他在你身上邊，他俾啲咩幻象俾你見到，他想換到啲咩翻嚟，明唔明啊 ？OK？ 依個唔係我作嘅，唔係我詆毀嘅，係 Michael Horner 講俾 Kevin Turner 聽 ，Kevin Turner 當住我面講俾我哋成班同學聽。所以自從我聽咗之後咧，我就冇再飲過死藤水。是死藤水嗰個嘅 plant spirit， 即係佢背後嗰個嘅 spiritual， 佢係有 give and take， 係啦，冇錯，即係老老咁樣咯，樹精，樹精係啦，即係你唔會白白地喺佢身上度攞到 positive 嘅嘢，你佢會交換咯，係，哦， okay、因為 middle world spirit 咧，嗱，即係我喺 Johannes 面前，我哋一齊討論呢樣嘢啦。中土呢，因為在薩滿的角度就是有上方世界、下方世界和中土的嘛。OK， Middle World 我哋叫做。Yeah? 而下方世界通常就是一些你的保護靈，是以動物的形式出現的。Mm. OK， 上方世界就未必是動物，就可能是老師啊咁樣樣，陽星嗰啲。係啦，天使啊，陽星大師啊。神仙啊，菩薩啊。係啦。冇錯，佢用唔同嘅樣子出現嘅，但係佢有一個咧中間嘅 layer 咧，叫做 middle world。middle world 咧就係其實佛家所講嘅呢個，我哋而家呢個空間咯，仲有二元對立，仲有愛恨，仲有是非對錯，仲有爭鬥，仲有好多嘅對立啊，明唔明啊？係啦，咁而喺呢一個空間嘅 spirit 咧係未開悟嘅。佛家講開悟，即係佢未係菩薩嚟嘅，佢有自己嘅諗法嘅，佢有中意嘅嘢。咁其實養鬼仔都係咁，明唔明啊？鬼仔其實佢都係 middle world spirit， 鬼啊嘛，鬼神啊嘛，佛家叫做，明唔明啊？佢係咪有神通？佢有，佢梗係有神通啦。你可以問佢幫手噶，但你攞啲乜嘢同佢償還啫嘛？嗯、明唔明啊？即係仲係對立咯，仲係對立 Higher self 係乜嘢咧 ？Higher self 係 upper world 嚟嘅，所以點解我只會同我嘅 higher self work 咧？我揾咗 higher self， 譬如你買一條水晶 ，OK？ 大家好啊，舒淇樂，舒淇樂，好靚嘅你條 moon song， 點解會咁靚嘅？知唔知自己講啊？點解咁靚啊？因為點解？因為女王度。買回來是啊，好大咯，好透啊！大家見唔見到啊？我哋望下啲水晶啊，大家碌碌碌 ，OK， 翻嚟啦。好啦，水晶係咪有 Diva？Mineral Kingdom 嘅 Diva， 即係水晶守護神 ，OK？
但我會唔會直接去揾佢老人家？我唔會，我 through higher self 去揾佢。因為點解咧？學佛嘅人都知道嘅，你臨終嘅時候，你就嚟死嘅時候咧，出現嗰啲咩過咗身嘅親戚啊嗰啲咧，或者有一個扮話係阿彌陀佛嚟接你咧，都可以係假嘅。OK， 所以密宗咧，我講西藏密宗啊。OK， 我哋叫做依一個最高嘅 OK。嘅壇城啦，最高嘅冠頂，我哋俗稱叫大冠頂，大冠頂啦，即係無上瑜伽密布，係一個秘密名嘅。個秘密名只有你同你上司先知。你喺個場裏面結咗界，你吞咗個名，冇人知。你依世都要記住，你死咗嘅時候，臨死，如果你見到阿彌陀佛嚟接你咧，你問佢個秘密名 ，password 啦，你講啊，你明唔明啊？佢講唔出嘅，你唔好跟佢走。但我哋點先知道呢個名字？要去你要冠一個大冠頂 ，OK， 係啦。咁但如果你唔係諗住修法咧，你唔係諗住度眾生，有啲撲街係真係諗住求神通嘅咋。因為有啲人見我做呢啲嘢咧，你明唔明啊？哇，好勁啊！哇，可以揾到錢啊！啲人仲要俾你啲咧，即係俾你鬧啦 ，OK， 都仲要俾錢你使嘅喎。哇，啲 booking 永遠都唔完嘅喎，你明唔明？好羨慕噶嘛，係嘛 ？OK， 佢又想有咁嘅神通噶嘛，咪真係所謂嘅學佛咯。學咩動物啊、藏物嗰啲咧？其實個發心唔正確噶，佢係求神通啊，想詛咒人啊，想成嗰啲係啦。但我想話俾你聽，你嘅 spirit 一定謀利係咪啊？謀利同埋想滿足自己嘅 ego 啊，係啦，我好勁啊，我好叻啊！大家留意點解我會七秒記憶啊？我幫你哋清嘅時候咧，你發覺你唔俾翻份嘢俾我咧，我係完全一滴都唔會記得嘅。OK， 我甚至連人名都唔記得㗎，我可以睡到。點解咧？唔係因為做得多啊，我可以一日做一個㗎。但係點解我都唔記得咧？因為我完全 neutral， 依個係個重點。我放空到咧，我係俾你嘅 high self 嘅 message 直接入嚟，我變咗一條 bamboo 啊，一條竹啊。OK，there is no me in it。你冇介入去，我冇介入去，係啦。Okay. 如果我介入咗個能量落嚟嘅時候 ，through 我出咧。就會有我的污染啊，明唔明啊？所以 I am not there， 明唔明啊 ？OK， 但係出邊咧好多人好中意做靈性嘢，因為又會被崇拜啦，又可以滿足佢嗰個教主情意結啦、救世主情意結啦，又有錢賺啦。Why the hell not？ 係咪？大家都想嘅。OK， but what happens？ 當你唔係連結高我嘅時候咧，就大鑊噶啦。你以為佢幫咗你，你攞咩同佢換 ？It's not just money。嗯，好簡單啫嘛。你覺得啊 ，middle world spirit 佢要錢咩？佢死咗噶啦，佢冇肉身嘅，錢對佢嚟講係冇意義嘅。Tell us more, Johannes。咪攞你個名咯。大聲啲，大聲啲。咪攞你個名，咪真係好普通。其實好多傳說啊，好多神話都係咁講，即係你要 making a deal with the devil，即係同你揾咩交換？係啊，喺飲嘅過程裏面好正噶，飲嘅過程裏面見到好多幻象啊、成啊嗰啲啊，但係之後你嘅代價係乜嘢？嗱，我想話咧，我依一個 plant spirit 嘅 ceremonialist 嘅 training 咧，嗰兩個 trainer 咧，當住我面同我講 ，OK， 依個係喺我 train 薩滿之前一個禮拜，佢哋同我講咧，飲死能水咧係好損神精嘅。哦，係啊。係啦，神精係你嘅 life force 啊。明白嗎？哦，咁即係其實佢係攞緊你個元氣。Exactly， 佢攞緊你嘅生命啊，佢攞緊你嘅 life force 啊。係啦，我以前咧，當我點講，我飲嘅時候，我覺得正嘅，老實講，你明唔明啊？但係咧，當我後來學咗薩滿，我聽到 Michael Harner， 你記住啊，薩滿界冇人地位高過佢啦 ，OK？ 佢講俾 Kevin Turner 講俾我哋聽 ，Ayahuasca 死藤水 ，OK？ 依一個 spirit。是中土的 spirit， 它有它的 agenda，OK？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会死人呢？死过几次 ？OK？ 周围都有，在秘鲁有死人啦 ，OK？ 在巴西有死人啦，美国、香港都有。它要你条命，你可以一路饮，你的神精一路给它，你亦都可以，它一夜就令到你饮完之后跳咗落去咯，或者是跳落崖啊！香港嗰次就係跳落個喺個騎樓跳落去，真事嚟噶，係啊。咁而其他 plants， 我冇話全部 plants 唔好，但係你透過你嘅高我係最好嘅把關，佢唔會害你。同埋其實薩滿都係想 connect 高我啫。
咁只不過咁，我 Kevin 都話係淨係 20% 淨係 20% of 成個月呢個世界，我哋地球啦嘅薩滿係會用 plant spirit 咯，用植物，全部都係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係咁其他嘅薩滿所有文化都有嘅，咁係西伯利亞、韓國，韓國仲好勁嘅，韓國好勁，係啊。蒙古啊，非洲啊，中國東北啊，嗯，係啦，所以咧，你哋覺得啊，有啲嘢咩鬼神嗰啲，我同 Johannes 大把有得講嘅，係啊，同埋 animal spirit 即係啊，我係聽你講鬼故事嘅，哦係咩？啊、哦，好耐以前，好耐以前，點解你兩個會知嘅？好恐怖，有冇留意啊？但其實我哋唔驚噶，我哋唔驚呢啲嘢嘅，因為我哋做 cycle pump 噶嘛，即係薩滿嘅超度儀式啊。係啦，我哋有 work 我哋可以 work with animal spirits 嘅，即係譬如嗰啲咩狐仙啊、蛇仙啊，咁但係佢哋黃鼠狼啊，佢哋嗰個唔係嗰個，真係喺 middle world 嘅 animal spirit。OK， 係啦，冇話唔得噶，道家都咁樣 work 噶，係啊，即係但係你哋要清晰自己做緊啲乜嘢，同埋交換嘅嗰個條件，你可唔可以 handle 到？係啊。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背後發生什麼事、right？ 你 share 你的 case 給我們聽一下，大家想聽薩滿的東西、啊、大家留在這裡、啊、大家等你等著你說、啊、很厲害，他們沒離開，是他們沒有離開，沒有人退、啊、你坐在這裡說你interesting的薩滿 case 給大家聽一下，我也是好像你這樣不記得的我會自己 keep 一個 log 的，即是我會還有 Power Animal Retrieval 我會記住哪啲行嘢係咩動物咯？其實我哋另一種治療方式就係介紹佢哋俾佢哋嘅動物守護靈知。嗯。咁介紹個人係俾個動物守護，即係你自己嘅 guard， 你可以講話 guardian angel 啊，或者係，但係通常係一個 animal 嘅 spirit。OK， 即係 power animal 啊。power animal 人。咁點解 Power Animal 我咁中意咧？係咪好多人都中意就係因為？我好中意啊！係因為你係獸醫，唔係我係姑娘。大聲啲，大聲啲。因為其實我哋每全部人類都係 connect to 呢個地球。係。咁我哋已經變咗，唔係住喺森林度，係一個石屎森林。嗯。咁所以我哋係好唔 grounded 嘅而家。嗯。咁所以我哋好唔連接大地啊。OK。係啦。咁所以一定其實呢一種療愈方式係好，我覺得係。今時今世是一定是很重要的，是、okay。 那你想想土人其實全部他們個個都有一個 guardian， 是就有一個 power animal， 一隻或者兩隻或者一對 creative 的人是可能十幾隻、okay。 他們有個說法的，如果沒有、即如果你沒有個 power animal， 即你的動物守護靈的話呢，其實你帶不到的，中間夭折了，中間瓜了老襯的。我記得、Kevin 呢說了一個很 interesting 的例子呢，是啦，就是他本身呢，他的師傅即是 Michael Harner 啦，即是 The White Shaman 啦， OK， 就當年呢他做 paper 的時候，他去到一個部落那裡啦，我忘記了個部落的名字啦， OK， 但是呢他去那個部落那裡呢，跟住呢他們呢就說要上山，就帶他去，因為他說很 Q 悶，不知道做什麼，已經住了年紀了，懂講語言的了，跟住呢要入山三日，但是呢他們呢就去到個河邊呢，大家就 KQ 了在那裡，沒有人行喎，因為要過河喎，跟住呢阿 Michael 就見到呢佢哋喺度討論啦，咁樣今日討論完唔過，聽日討論完又唔過，第三日都唔過，跟住佢呢佢就同佢哋講，你喺度等乜嘢呀，咁樣跟住佢哋話啊唔安全呀、啊、咁，跟住佢話怕咩啫，係啦，細河，係啦，跟住佢話因為佢覺得欸好少水咋嘛，怕咩啫，照過啦，咁樣，跟住啲嗰集討論就話，我哋唔係驚我哋驚你咋，因為你沒有 power animal 啊，咁咯，係啊，個動物保護靈咯，佢負責喺你身邊保護你咯，係啊，即係諗下，我想知道自己嗰啲土人係，如果其實都好辛苦佢哋嘅 lifestyle， 咁、嗯、要打獵啊，即係譬如你愛斯基摩人咁，你一定要同啲 polar bear 啊，同啲 whale 鬥咁樣，所以佢哋會係全部呢啲部落都係會有佢哋嘅 totem animal 或者個 power animal。點解有圖騰呢？譬如蒙古人有狼圖騰呢，係嘛？即係唔同嘅圖騰，其實就係佢哋嗰個民族嘅守護靈咯。每個人都有嘅，其實每個人都有。就正如你買一條水晶翻嚟咧，本身個水晶守護神係有信息要俾你嘅。
你唔去攞你自己 seven 啫嘛，其實，係啊，你攞咗你咪知道佢帶咗份咩禮物俾你咯，係啊，但大部分人當水晶係嗰啲咩飾物啫嘛，咁樣樣人帶乜我帶乜咯，咁樣嘥曬。其實佢係最古老嘅老師嚟嘅，佢係有個 gift 俾你嘅，咁啊，今日我哋做到依度啦，因為阿姐急尿啦，你知唔知道啊？咁啊，就咧多謝你哋嚟啦。咁啊，我哋可以即係如果你哋幾時想上嚟咧，就禮拜二，然後九點鐘我哋就喺度傾偈啦，好唔好？而家同埋 I'm sure 咧 ，OK， 好多人想聽更加多個薩滿嘅嘢。其實我應承你哋，我哋會開 workshop，OK？ 而家跟住我哋可以咧就我等阿 Johannes 可以幫我哋 handle 一啲客人啦、薩滿呢方面嘅需要啦。咁同埋咧就係、是、譬如講嚟緊會講一啲佛學班啊。OK， 因為我唔知道節目講佛經會好啲啊，驚悶死你哋啊嘛，或者係 workshop 講啦咁樣樣，可能講一啲 concept 上面嘅嘢係得咯。哎呀 ，Eric 話我淨係知道我嘅天使係女王。OK， 多謝你 Eric， 清個腸胃，唔該曬。OK， 好，咁就話多謝你哋啦。咁我會同你哋能量交換翻啦，好唔好？唔會 abuse 你哋嘅。OK， 好唔好？多謝你哋啊。